怎么这么任性？我们任性，我们还可以再闲聊个一分钟。对，不小心按到了，所以我们可以再闲聊个一两三分钟左右。很好，大概好，去个厕所就一分钟了。哎、欸，哈，你哈，哦哈，我一哈。对啊，上个要上厕所的可以上个厕所回来。嗯，我们从原本的同时等待人数是200多人，突然变成100。为什么？开台就降100人，怎么回事？哦不，哦不，哦不，哦不。好了，准备好了没？哎，准备好了。大家好，我是蔡依啦啦啦。我们是钻石，不对，我是钻石口袋。没有，我们是红蛋口袋。确定改叫红蛋口袋了吗？我们是红蛋口袋，你是谁？为什么你们都要跟我用一样的造型啊？我是精灵哎、欸，你是我是黄精灵。我们有不同属性的精灵啊，对啊。啊？什么？啊？嗯？我们都是不同属性的精灵。那还有一个人呢、欸？我们怎么少一个？哎、欸，黑色的啊，是他。这个不见了，这个啊，他不见了。你们现在选定的名字的颜色就是你们到时候字幕的颜色哦，你们确定？他没有橘色啊。有吧？他橘色长这样，他橘色长这样。那记得有诶、欸，请剪辑师帮我剪，我是橘色。你要弄橘色？对啊。冰灯造型就要用橘哦，他只有红色诶、欸。对啊，他没有啊，还是我有改紅色？你就调红色，然后请他们帮你上橘色。好。红色。可是没有红色诶、欸。有啊，有红色啊。这样啊、喔？这看起来超不红的、啊。超不红的啊。这个颜色，你跟我说是红色吗？你们不要用一样的，你们这样子，我的字幕都是红色的，好难分哦，你们好难分。没有，我只是用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改回来，改。还是我要直接换一个人？你只要还有也可以啊，也不是他有很红的红的，那就换一个人。啊，所以红的红的，所以要结束了吗？下一位是吗？你看起来超大只的，你要想一下哦。对啊，你头好大颗哦。哎、欸，我还是喜欢香香的妹子。等一下哦，我想一下，我看一下有没有哪一个有红色的啊？我等我。你可以选最右下角那是柴犬。柴犬没有红色哈、啊。哦，还有狗仔吗？欢迎来到钻石口袋。我们今天要玩的是超级大沙盒世界探索的 Terabit。然后我的弓箭在一开始不小心按到点，把箭都射完了。你们不是说可以给弓箭，要怎么给？可以做，可以做。我们去打木头啊。所以我们现在要先一样嘛，从打木头开始。对啊。那边有木头。哎、欸，这个花可以打掉哎、欸。我刚已经打掉不少了。他刚已经偷打了。还可以赚钱。这里面啊，真的假的？这可以赚钱，你确定？刚刚有掉东西出来啊，我不知道是掉什么，绿绿的，叶子吗？对，为什么？而且为什么这片打不掉？为什么你打得掉我打不掉？我也不知道哎，我比较厉害吧？这是什么？木头木材？哦，掉了，获得一堆木头。哎、欸，要早上了，黎明。哎、欸，是啊，要重新开场啊。耶、yeah, ，不用吧？这是什么寄居蟹吗？可以打吗？他打不了。寄居蟹耶！好多寄居蟹。寄居蟹耶，可以养吗？哦，你刚拿到的是宝石。啊，武器有点缺口了。哈、啊，你跟我一样，你是一直拿它来敲东西。空空空空空。耐久度扣的比较凶一点。哇，我拿到砖块了。你 是把人家拆了？对，我把人家家里拆啊。这是家吗？花圃。所以这个每个都有店面哦，宝石店现在开业了。你为什么看家的门是用砍的啊？哎呦，你看错了，那可以砍吗？哦，哎、欸，十个宝石可以买一个石工哎，石工火把跟炸弹哎，绿宝石写在哪里？你没有写吗？绿宝石亮，亮，那可以、欸，有哎、欸，打破封印必须的绿色宝石有。那个时候我打那个啥、啊，我砍那个花丛的时候，不然喷一颗。哎，我帮他们开了一个后门。我要补血。你在干嘛？我直接把他们。哎、欸，不过他们把这间店开了个后门呢、欸。
哎、欸，开门他自己变成这个门的样子，很棒。他还是写，他还是写欢迎光临。不阿谦怎么不见了？你干嘛？我开了两个后门，然后还得到一个绿宝石吗？刚好像喷了一个绿宝石出来。哎、欸，不是，是什么墙？走吧，拿木头吧。好吧，我们去砍树。嗯。那首先拿起你的稿子。好，稿子。啊！我捡到一堆沙子。砍它！你在哪里？拿木头啊。砍树喽！好多木头，好多颜料，好多木头，好多颜料。哎，那个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自己碎掉哎、欸！你砍最下面那个，它会整根自己爆开哎、欸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很棒哎、欸哦，好棒的。喝水。强迫症的福音。哎呦喂、啊！我不能把树挖掉了。这是兔子吗？有兔子？不像，它的绝对不是，绝对不是吧？它应该是吧？获得了土壤。不，我不想要知道。你们会木头？你们会打它？我连稿子都有缺口了。这个好可爱哦、喔！这是什么好可爱的东西？你在哪里？它会喵哎、欸！你看这个黑黑的，我不知道这是猫吧？它会喵啊！所以这猫可以杀吗？可以养吗？可以养吗？可以养吗？为什么你在锤它？可是也没够了，也没有没有用、欸。没错，因为我也在锤它。哎、欸，可以打做几个？嗯，多打一点草啊！有可以射射吗？这里可以吧？我记得，我没记错的话，应该机器人这边应该也会回吧？吗？你们在哪里？你们又不见了？我在树上，我在打花花草草。你们有这个吗？欸、你们有像我这个可以飞的吗？这个、是悬空的、啊，好吗？哎、欸，突然不能飞了，为什么？你要够高。要够高吗？对啊，我刚刚是飞起来以后弹起来，难道我消耗了什么东西？然后你说这个吗？你说这个吗？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这个吗？对，可是我刚刚跳起来就自己飞了。你这边呢、啊？你这边靠近一点啊，不然就是可能你要跳这个土里面有没有？你们怎么不见了？你看这样子，这边利用你觉得，对对对，往土里跳，对不对？哦，要有一个。高低差就这样，嘿，高低差。好诶、欸，我们收集足够的木头了吧？再来要怎么作业嘞？那个你按 tab， 因为对你是键盘还是鼠键、嗯？我现在是用那个键盘手把。哦，没有那个键盘对，那就 tab 啊，然后中间有个制造。哦，好多哦！中间有一个制造，然后你要的剑石就在工具里，对吧？道具里面有个木剑。哎、欸，游戏什么错误？啊，你崩溃了！我崩溃了！伺服器崩溃了！伺服器爆了！崩溃了！等等，我现在回去。没有，好像伺服器爆了。哎、欸，爆了！你们也爆了！我刚点的那个灯塔，然后它就爆了。我也灯塔，灯塔，你干嘛？你为什么乱点灯塔？哦不！你自己我都没点就爆了。那个灯塔不是任务吗？他可以互动，然后我就他就我搜寻不到世界了耶。你等等我问一下那个，我赶快立马问。喂，你为什么不让？手贱点了一下灯塔，然后就崩炸了。感谢，就是伺服器现在进不去。感谢芝芝的会员。不是啊，那个是谁？谁？总之帮我们问一下，大概是龟龟吧。那个才不是我的问题。OK， 不，我就盯着我前面的草，我就爆了。那没关系啊，我现在可以先去单人，然后先把我的剑石做出来，对吧？嗯，反正那个单人游戏的东西好像会连接到。我刚有带着过去啊。对啊。那游戏单人。真的吗？嗯，哎，所以你们用这个可以射射吗？先按 tab， 然后制造，然后剑矢在哪里？道具吗？工具，道具里面。哎，等一下，我的东西有带回来吗？我东西没有带回来。没有啊，没有继承啊。哎，那为什么？骗人！哎，所以我要哎，所以我如果我在这边做了，我去线上也不会。不会、欸，我那个时候过去的时候，我身上有带着肉、欸，哎，
对啊，我那时候过去的时候，我的剑士也是零欸，而且我的等级有一起过去啊。啊？嗯。我个人的等级有从，就是单人游戏带过去啊，我一过去就十等了。为什么你为什么你偷玩到十等了？可恶！偷玩，没有他们揍我，我只能揍回去哦。哎，你们再测试一下，现在伺服器可不可以进去？好，是 IP 对不对？对，帮测一下，同一个同一个，然后那个不能公布，不然会有其他色色的人进来。对，其他怪怪的人，我们会侵犯你们。还是不行。好，那就再等一下吧。好嘞。嗯，没关系，我们等。因为我刚刚就不是说我远处有一个灯塔吗？我跑过去，然后爬到最上面，还有个东西可以按 F， 我按下去，它就爆了。是，我记得灯塔也是要进地下层，所以应该是没有，应该是不会错才对啊。没有，我讲一下，那个灯塔点开是会照明这个区域。哦，是啊。对，它就是会让这个区域变亮。灯塔发出红色的光之后，然后所有人就当机。嗯。哈哈哈。一句。对，我们是被照明了。我们是被超度了 ，Oh no！ 哎、欸，我下面也多了一个黑黑的那个一条嘞，开门！我直接把门敲爆了，这样对吗？嗯、我在守夜等待，这个东西不能互动，可以互动东西，它会有一个白色点点，嗯哼，像是灯塔吗？嗯灯塔肯定是有的，他只有 press F， 我就按了。哎、欸，原来这游戏有中文哦。有啊，有啊，有啊，它可以改啊。我刚都用英文，我又有见识了，赞啦！一进来左下角有个 language， 日本语。好，你就用日本语玩，你就用日本语玩。日本語で話しましょう。哦，那我去孵蛋。啪啪啪啪啪！孵蛋？为什么你有蛋可以捡？没有啦，那个卖快。那你等级时是因为那个吗？打怪吗？怪，然后挖东西、挖矿石、砍树都会可以升级、哦。因为我有一次升级是在看到有个橘色的矿，我去挖它，我就升级了。橘色的矿、哦、这么赚呢、啊？牛、嗯啊、橘色片状的东西，我忘记那是什么。牛不能打、啊，牛是中立怪啊。那猪呢？猪可以打吗？嗯，我家我房间外面就有一只大猪，僵尸猪了吗？他是中立怪吗？我只要说他是猪，他就不会是中立怪。对你刚刚说完这句话，他可能会不会是中立怪了？橘色的东西是打火石，这是什么？我捡到了一个增加体力的果实。回血的吧，我觉得游戏晚上是不是会有点可怕？补血的吧。游戏晚上也会有怪，但是可以睡觉。武器发出了不妙的声响，太无聊，我要去逛一逛了。什么叫做不妙的声响？我会发生什么事吗？还是这棵不是树？我有这边有个金字塔哎、欸，这边有一颗看起来很像树，但好像不是树的东西，我一直在揍他、欸。这是什么魔法师？哎、欸，他为什么想揍我的感觉？完了，小白坏了！我打他全都是 miss， 我怎么打赢？哎、欸，打赢了！我要打人，我要打怪。来啊，洗呢！这是没有喷出这个小东西的，就不会有。哦，我捡到骨头了。快爆了！武器又有点缺口了啊！木头！我觉得可以做那个石头的那个工具。哎、欸，我掉了，我打一个怪掉了两颗宝石、欸，哎，为什么、啊？有些怪会掉宝石，绿宝石、啊。哎、欸，重点是哦，这游戏的弓箭会自动追踪，哎，好舒服哦。就是它给我辅助瞄准了，太舒压了吧。所以弓箭基本上算蛮稳的，但是缺点是消耗品。做箭矢，它是个消耗品。哇！我在金字塔门口宝怪有个星光嘞，我是帅哥吧？我超强。对，我们他说要我们先进另外一个伺服器，然后另外一个我等一下跟你们没见了。
好，简单返回标题，然后我们要进，进哪一个呢？嗯，我们进这个好不好？哪个？你们在那个这个世界清单吗？还是？对，有三个一样的哎、欸。啊？看一下。啊？哦，名字不一样的是不是？哦，对哈，要关画面。OK。OK， 我们就进这个吧。好了，欸、你进去之前，你可以选择你要用哪一个存档的身份进去啊，所以应该是可以带过去。我刚刚有看到。对啊，我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我的电池又回来了，虽然我的木头没有哎，有哎、欸，木头带过来了。就是可能多人的带不出去，但是你可以把单人的带进。你是用单人的存档进来多人玩？我好像是单人存过来的。对啊，因为我身上东西都还在，我等级都还在啊。你有看到吗？前面右前方那边有一个很酷的那个建筑。你要去吗？现在？哎、欸，我跟你讲，你可以去看看。我要先补血，我血是满的，不，我血不是满的。哎、欸，好热，你有看到吗？它上面写好热。我要先回去做东西啊。你要先回去做东西。不是可以边走边做吗？哪里可以边走边做？你说你要先回女神那边啊？我的木头都不见了。因为如果你没有用工作台的话，你只能用那个、啊、身上包包做啊，你只能做一些基础的东西啊。这边可以补血吗？那工作台在哪里？工作台要做出来。工作台，我记得有一间房子里面有工作台，我们可以自己做出来啊。这里有工作台。我需要重新砍树，我没木头了。酷，你需要做什么？我想要做至少石头或是。的武器跟工具吧，十字武器比较耐用啊。你们在哪里看到等级的、啊？这是工艺耶，这不是工作台。我下没有有一间有要找一下，有一间有要找一下。我们可以在女神的附近集合，然后在那边做东西。也可以干脆我们就搬一台出来啊。对啊，有啊，我直接做一台工作台了。猎人等级提升，我四等了。我把工作台搬出来喽。好、啊，你们在哪里啊？有了，你们工作台，你们哦，你们在这里哦，有古剑跟古弓，我没有办法做石剑跟石弓，是因为我没采集到石头吗？哦，所以我刚掉的那个骨头可以拿来做那个古剑跟古弓，哎，对，可是我现在没掉哎、啊。如果把女神像拆了会怎样？拆不掉，女神像的石头可以拆掉哎，女神会把你拆了，那还是不要，不行。他都有现成的东西了，我还不猜一下，这样不对，说不过去吧？对啊，我也这么觉得。哎、欸，不行，猜不掉哎。哎、欸，下面可以，下面这边可以猜掉，我有石头了。哎、欸，不对，这是砖块、欸，这不是石头。笑死！白痴哦、喔，石头在哪里？还想客家猜自己家，还想猜自己家？那海边有吧？海边。前面啊，前面是我刚这边挖很多木头跟石头哎、欸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啊、哦，有了，有石头了，这里是石头，我们可以做石剑跟石。哎、欸，这个好像是矿石哎、欸，哪一个是矿石？你看我这边这个咖咖啡啡的，哎、欸，游戏中加错误。哎、欸，要点灯火怎么样？没有啦，我没有，我没有。你是不是跑去点了？我在砍木头，我什么都没点哦，我没有看到 F， 我在砍木头。怎么会有這？我有在砍石头。那做石剑喽，做石剑喽。那我们再回单人，对，去做一些石头。好哎、欸，是我刚带不过去耶，我单人要怎么把那个存档带过去？那为什么可以？好奇怪。对啊，我也没有哎、欸。你可以选啦，你进多人世界的时候，他可以问你说你要带哪一个存档过去啊？对啊，很啊，很啊。我刚过的东西都喷掉。我多人的带不进私人。我多人的带不进单人，没错、嗯，就是。但是单人可以带进多人。单人，你是用单人的存档去玩多人。嗯，所以其实这是一个蛮好，就是你平常可以、欸、有怪物自己偷偷练等这样子，在你自己这边先弄东西。哦啊，这样子我等一下那个又哇、哦，我打赢了，可是我的血剩下2 HP 哎、欸，怎么办？
打草，这东西可以补血，或者是回城。你去打草，嗯，打草会有药草。啊啊，怎样？你打草会有药草啊？不会金蛇吗？嗯，哦，哎呦，恢复药，我喝了恢复药了。哇，好多骨头啊！好，那现在拿它练等，怎样？是谁？你在揍我啊？哇，为什么这些风声这么大？难道这附近有隐藏的东西？升级啦！哟，这个石头看起来不一般哦。哎，不会也是要有比较好的稿子才能挖出那些矿吧？我记得损坏越来越明显。那就是我会往上做了。哎，这什么？这什么烫伤了？你是不是过热啊？不是，我把一个火打爆，不，我把一朵花打爆就开始烧起来了。火焰花烫伤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冲进水里就不会被烫伤了？哎呦，听起来很有道理耶！哎呦，但是没有，可是没有，我还是扣血了。等一下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难道又是另外一个灯塔吗？我按了会怎么样吗？不会怎样了，按就对了。按了啦，按了，我是你就按了。按了啦，按就对了啦。哦，好啊，来啊，爬上去。哦，他升等会回满血，好舒服哦。升等那一瞬间会回满血。兔子。哇，好像又有一点危险了，尤其是我的军快爆了。但我觉得那一栋建筑物看起来很酷，想挖这棵树哎。哎呀，看一下那是什么什么？那是什么木头？这游戏可以悄悄的惊艳所有人，然后朋友靠背偷背可以偷袭。谢谢订阅亚瑟，谢谢订阅亚瑟，我砍不了这只马。我来。お願いします。セオダ。女神女神。工作台工作台。我在游泳。哎、欸，他怎么会在空中攻击？跟刚刚那个灯塔一模模一样样哎、欸。点下去就对了，没事的啦。好。这石头怎么这么硬？那个灯塔该不会是长跟我这个一样吧？这样。它是那个啦，它是用来。开启地图的，我现在有一块地图是可以看得到的。我打开了一个奇怪的地方，所以那个东西是要开的，就是你可以点亮你那一部分区域的地图。啊，哦，那我大概知道了。这石头为什么长得不一样？我就很好奇。我把四个门都打开了、欸，这是遗迹吗？对啊，这是遗迹吗？中间它也只掉普通的石头、欸，哎。下来看看，好冷。那有一些水是有毒的哦，真的假的？对，又是砖块。嗯，这是什么生物？啊，怪喽！有兔子哎、欸！啊，还好这游戏打不了友善生物。哇，我死掉了！没事啊，这游戏死会在原地复活。嗯，是原地哎，我离好远啊！我刚都是原地哎，为什么？我在很远的地方哎。你的原地比较远吧？你的原地是指你的原地是以什么世界地图来看吗？对，同一个点上。捷运做得到的都是近的。这是什么？耶！哎，那是什么？哎，那个遗迹到底有什么？太好奇了，我决定要再去看一次。十颗绿色宝石，我现在我记得损坏越来越明显了。我还有火焰瓶呢，可以在集中的地方点火，这怎么看起来那么帅啊？我还有回力镖，我拿到这酷东西，拿到什么酷东西？回力镖哎，还有火焰瓶，有些盒子可以解锁。什么盒子？用宝石解锁村庄里面有些东西可以用宝石解锁，那就是购买啊，那是用那个绿宝石购买，不是购买，他购买是另外一个。我怎么又挂了？啊！我好多绿色宝石，好多绿色宝石！哦，回力镖好帅哦！啊，我也想用回力镖，你是用做出来的吗？不是，我不知道怎么突然就有了。身上本来就有，突然有的，绿色就有了。现在可以看到你了，完了，我收到一个很可怕的资讯哎。你是说、哦、你被他发现了？哇，你要被他刚刚写，我现在可以看到你了。你 IP 露出来了，被看到了。你完蛋了，可怕了！我回力镖可以直接除草除一圈呢。我
砍一只垃圾小飞虫，他给我一颗绿宝石，看这看看人品的。哎，我用回力镖一直除草，一直拿到绿宝石，我绿宝石八颗。回力镖不是有耐久吗？不是它是消耗数量的，对啊，对，但是很爽，很咻，哇！赶快制造一把木剑。哎，我有13颗绿宝石了。刚刚的房间修好了，同一个，我们再进去一次。好，哎，等一下，记得啊，我安全一点。开台的话要把那个好的好的那个暗号撤掉，好，藏起来。对，藏起来。所以跟第一个一样的吗？对对，就是我现在贴的那一个，然后记得。暗号藏起。好，那我先把画面关掉。咻，看一下。OK， 我进去了。你不好还是要喝好喝水喝。有哎、欸，我回来了，你们在哪里？可以只喝。可以再按一次。没问存档哎、欸。我可以再按一次。这个吗？什么东西只按一次这个？我发现它不是灯塔，它是那个女神像。一开始你跟她对话的时候，她会要你点亮其中一座高塔。嗯哼，这个是我们的任务必经，我们的任务就一定会点到啊。对，所以我要再点一次、女神像，我跟你讲话。你先去跟女神讲一下话。女神，我来了。与女神对话、欸。我回来了。菜头哎、欸，菜头，你看这个，这是谁？跟女神对话。这不是菜头，怎么会是？很重要。你要站在地上。是房间吗？对对对。等一下，你先 来，女神这里，欢迎来到。你先对话，应该一个人对话就好了。来，欢迎来到 Terrible 的世界，我是这个世界的女神，从现在请多多指教，希望你能够打倒魔王，拯救世界，并救出这个世界的最高神 Terrible 女神。但现在的你是赢不了我的，我们现在赢不了，让我们一点一点慢慢的变得更强大吧，一点一点慢慢的。他确定我赢不了他吗？我有很酷的东西哦。首先就前往解放塔来开放地图吧。那我按喽。解放塔在哪里啊？你在地图的哪里？我应该在最近的解放塔。好，那你开啊。我按喽。按吧。大家做好离开这个世界的准备了吗？做好了，做好了。应该就是前面。哎、欸！哇！解放啦，各位！解放啦！被解放了，好快！我们知道前几次都是谁在搞了，原来都是女神在搞啊？那、怎么会这样嘞？我搜寻，我搜得到房间呢，还是可以吗？我再搜一次，我现在先关，但是我进不去。等一下，我可以搜寻，但我进不去。我刚刚一直黑画面，白痴。我按进去之后，游戏就停在，对，无法连接，那就等官方那个调整一下那个他们。我们先又回单人模式了，我们先农物资、啊。对啊，我们先单人模式农个物资什么什么的。这是什么很奇怪的食物？很酷哎、欸！所以我在这边做的道具也可以带去多人喽，我可以在这边做一把神剑之类的。对。哦、但我猜应该是你应该是没有那个时间了。好、啊，弓箭之术、欸，没箭了，你妹啊！你可以随意的睡村民的床哎、欸。对哦，我还以为那个床，我他不让我睡，制造个工作台出来，方块工作台。哦，我要一直打怪，呵、啊。我打怪掉了好多宝哦！哦，啊，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揍我。你啊，就你，好冷，怎么可以怕冷 ？No， 我又 dead 了。他死掉会喷装吗？还是不会？不知道，不会。但是我刚刚做的，我刚刚做的武器有点缺口了。你怎么一直挂？这里吧，啊，同一只。哦。你是在看屁？有了，我找到我的工作台了，我还点个火了。所以我可以用这边的工作台来做照明、路灯。你会把这自己飞的刀子？哎、欸，一刀砍死我！啊？啊？我被一刀？
啊？我一定要过去杀了你，我有回力镖，你完蛋了。哎，木工耐久比较久，但是武功攻击比较高。火焰燃烧瓶，哎，怎么烧不动？哇，不是，这血太厚了吧？我怎么打得赢呢？哎，我也有回力镖嘞，我看到了。哎呦，那你现在很厉害喽。Of course， 我要用回力镖赚钱。我升等了，你们这些小鸡鸡。等一下，村庄有没有哪里可以买防装啊？哎，白痴哦，回力镖按一下就没了。对啊。哦，哒哒哒哒哒，不过超多东西的啦，可以一直，好吧，有点爽，可以赚超多东西。火焰瓶，我快把自己烧死了，我已经死了。哎，干，他竟然死掉，还有自己的墓碑在那边，真的，还可以把自己的墓碑敲掉，妈的。我要回村庄一下了，我需要做更强大的武器。哎呦，我看到可以做石弓跟石斧了，石弓石斧目前是我们都做到最好的吧？但是要找到石头吗？对，但是要找到石头。我这边怎么会没有半个木头啊？你那什么地图啊？你那什么鸟地图？我把木头工作台那些做到你们那边去了。我刚以为那个是装备，结果不是，它只是道具而已。我找到矿了。这是什么矿呢？打火石，用宝石破除封印。这是打火石。哦，我拿到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蓝色宝石哎、欸！可恶，你拿到什么好像很屌的东西？还有美丽羽毛。我也有美丽羽毛。那看起来像是后面剧情会用到的东西，我猜了。老子七等了，我七了，太强了吧！打火石可以用来点燃。我要去哪里做工作台啊 ？Paper 啊 ，Paper 制造工具有两种打火石嘞。方块工作台是什么意思？哦，有做家具的，然后做方块用的啊，这样想就好了。工艺的，工艺型，对。嘿嘿，好，哎，你们那个挖那个什么很好的那种石头，是不是往下挖？有很好的石头吗？我只看过一种石头。我只有看到一种石头，什么蓝石头？没有啊，你说蓝色宝石啊？是我看到村庄里面有一个箱子，要用十颗绿色宝石打开。嗯。在这里。十件。阿之意，耶！我做了一把石镐，感觉石剑是石头武器是现在最猛的，是吗？因为我们还在石器时代。我要去那个地下五层，然后用鱼骨挖矿了，各位。好，那我要去挖石头。我要把我的这个木剑丢了，我不需要你了。武器有点缺口了，真假的？我才刚挖哎。我要成为高端战力，我要练等。嗯，我要成为高端矿采矿石。我要成为高端一秒。哦，厉害哦！哦，这边我到山上的时候会有寒冷状态，我的速度会变慢诶。这个挖矿吧，真男人挖矿我会上不来吧？好多木剑，我这个石头是可以铺的、欸，没有木头啊，我要做体力药。而且这个火把好像是跟在自己身边附近的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这边有一个奇怪的矿，这是什么矿？很多药草。铜矿，我挖到铜了，各位。啊？但是铜用来做武器应该不好用吧？我猜。你先去打木头。你连木头都找不到，哈哈哈。我不知道为什么。真男人，什么意思？啊？这是什么意思？啊？
这是什么酷东西？什么什么酷东西？长成这样什么？哦，队友能飞哦。行啦、啊，我这样真的下去我会上不来。你不能叠起来吗？别想骗我。嗯？你没办法叠起来吗？啊！我不小心拿剑敲石头，然后剑爆了，妈的！哦，石头，我很需要石头。菜头。会不会挖到金矿呢？或者是更石头？好难挖哦，而且还一直生怪。哎，我挖到一半，你为什么可以打我？哎，哼，拿错东西了，我的剑。哎，又好了吗？我现在。那个官方那边回复了，说有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安装有一些档案不完全之类的，或者导致崩溃。所以如果我们现在可以暂时关，因为这游戏超小的嘛，很快就可以载好。嗯，等一下可以，我们等一下可以那个，就是先关掉，然后重装。存档应该不会不见吧？吗？你没差吧？应该不会，才前面而已。对啊，才前面而已。所以我们等一下把游戏重装后，然后再登录一次我们刚刚那个伺服器。好，重装哦。对对对 ，OK OK， 好啊，好，那我先来重装，各位等我们一下，敲石头的声音好疗愈，但我要先继续敲石头，敲完这一个再重装，我先重装，我先，我要管理解除确定，然后收藏库。武器发出不妙的声响了，喝水，好喝。然后搜寻 Terabit 下载安装，好，等我们一下。Terabit 完成安装，先砍掉重装就对了。记录档，记录备份记录啊，备份记录档，记录档存在哪里？我们已经没事啊，没事啦，已经撑开，没事啦。然后用我们的记录房去做 debug， 可是好像不小心，没关系啦。如果还有人还来得及的话，你们两个他加油。会留吗？哎，他们还没，你们还没重装嘛？我装了。等一下，你们的记录档如果可以的话，让我们来 debug。重装的话，记录档还会在吗？我撑开的。重装的话，我们的记录还会在吗？不会。我看一下，我还在，我记录档还在。所以什么？直接删掉重装吗？嗯嗯，我是解除安装，然后重新安装，然后记录档还在是不是？我记录档还在，对。好、啊，我先上来做一下新的实稿。哎，还有两个，那不用。为什么你会有实稿啊？就挖石头啊！我有挖石头，可是做不了石稿，只能做骨稿哎、欸。就用工作台做。我用工作台啊。嗯？你是石头吗？石头啊。石头跟木头。对啊。你没有木头？我有啦。你看我的画面啊，我是石头跟木头。是不是说他的选项没有出现石稿？对啊。嗯，有可能是你有获得过石头吗？有啊。啊，不然就是可能工作台的类型不一样嘛。我刚还教龟龟工作台类型是什么呢？那我就不知道了。好、啊，没事没事，用骨头嘛，骨头好像也比较屌。哦，它是一段时间自动记录的，所以我刚刚没有全部都记录到。吃东西的选项，吃东西的选项，那我加个吃宵夜啊。哦，我看一下哦，看一下。各位观众，等我一下，好，继续敲石头，对啊。然后我把我们的记录档存给那个官方，等我一下，我把我的记录档存给官方作为档案参考看看。哦，好像是说我等级不够，还学不到、啊。什么东西学不到？石稿啊、哦？等级吗？等级不够。你等级几啊？不知道，蛮低的，因为我都在弄，我没有在打怪。然后，哎。我不知道官方那个伺服器开了没有，我来看一下。如果开了，我们就要，我要进去那边挖。嗯，我找到一个更酷的地方了。
我要过去看看。为什么你可以一直找到一些很酷的地方？没有，你就一直往地图未知的地方探索，你就会看到很多有趣的地形哦。你是往未知的方向？对啊。有，我有喝。哦，我没收到。好，嗯。这个没办法，好，那就先一样，先去单单人吗？继续挖。现在先单人，因为他们是不是还没开起来？我们先去单人那个。可是我没有煤矿，我没办法做火把哎、欸。我没有挖到煤。我还在等他下载。OK 的。变超暗了，我的火把快没了，糟糕。先去装个水。煤矿是一种很难挖的东西吗？应该是石头上有黑黑一颗一颗的东西啊。我这边的地表有看到。地表，你在地表吧？地表就有看到煤矿。对啊。拿到了十颗宝石。有料哦。你说这样子，然后哦，蛮快的。快给我煤矿！我要做火把，我火把剩五个，石膏也快爆了。对，看，没有火把了，有啦，还有四个。我这样子一直挖，有可能会挖到底。哦，装完水回来，它栽好了。有了，我有石膏吗？你有石膏了。对，就是因为等级不够吗？对。那我等级八，我可以做铜的武器吗？哎呦，我连铜长啥样子都还没看过哎、欸。嘿嘿，我刚已经找到铜了。怎么这么厉害？屌吧！爆啦！我的石膏。单人游戏。我要找到比铜更屌的。话说他的包包超大，我觉得。建筑者等级提升。反而是建筑者的等级提升了。武器发出不妙声了。哎，有，来看一下我多人进不进去了。颗绿宝石。所以你是往下挖哦？我刚刚是用那个啊，就是楼梯式斜下挖法，这样讲吗？哎，为什么追我？你妹！嘿嘿嘿！我们的有人的 ID 有空白键吗？不会啦。ID 空白键没有，我的 ID 是什么？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打 ID 了？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打 ID？ 你在那个 Steam 吗？多人，你在那个多人游戏的，你进多人游戏以后的那个左上角就是你的 ID， 看到吗？我没有改，应该就没有吧，对不对？我什么都没动哎、欸，我是连 ID 这个选项都没看，坏掉了，我的稿子坏了。什么？你的稿子坏了？你在搞啥？那我搞坏了，你把人家搞坏了。哦不，吃饭了吗？哎、欸，我有吃了一点晚餐，谢谢小起点。啊，还是没有煤炭，所以你在地表就可以看到煤炭的话，该不会就是那个吧？黑黑的东西，对不对？很像什么大幅上面有一点点黑黑的，该不会就是那个吧？石稿材料不足，你妹呀、啊！你妹呀、啊！你是煤吗？是哎、欸，我拿到煤炭了，耶！不、哦、好狗哦，你太扯了！哎，多给我一点煤炭，我就可以下去地底下乱逛了。木头，给我更多木头，拜托木头。哦，有吧？哦。哦哦哦哦哦！呀！哦，真的，我刚用木镐去挖，他只给我石头。什么意思？工具等级不够高，就是要石镐才能挖到那些特殊的矿啦。对，我想这些石头就长得他妹的不一样啊，那怎么挖都是石头。什么意思？工具等级不够啦。对啊，你的工具等级不够，挖出来的东西还是一样那个、啊。都是石头。对啊，
有重视，你可以试试啊。你可以试试。难道如果真的看到钻石的话，要用铁镐挖吗？有钻石吗？有可能哦。有钻石吗？出了不妙的声音，好可怕！救我！海德哥，怎么了？救救我 ！F， 这是河马吧？河马是个好吧？海德哥，救我！红镐哎，红镐比较高阶一点。红镐吗？铜镐，铜镐吗？你可以做铜镐，很合理啊！你看他等级，你想想他的等级。当然不行，那我要先练等。看他几等啊？是我白天要怎么找到怪物啊？白天等晚上啊。14等啊，靠腰。然后左下角有三个东西，好像分别代表不同的等级。对，一个是狩猎，一个是什么采集，一个是建筑吧。拿到煤炭了，煤炭可以做啥？菜头。做火把。火把 dinner。就只能做火把，嫩的。你还可以烧炭自尽啊。嗯，不错。你看盖家。你蛮过分的。我在家里，你在家里把煤炭点起来看看，看这个游戏够不够真实，你会不会死掉？这游戏够真实的话，你就活不到现在了。纸镐发十件。哎、欸，他纸镐爆的好快哦。蛮快的，还不错，快对。可以空城吗？等晚上再出来打怪，然后白天的时候先去挖挖矿。嗯，等一下我先做个打火石。打火石，打火石不是打火石，打火石不是要挖的。火把啦，火把啦，讲错了。好，乖乖笑你。我就发出不妙的声响了，完了。无法在此状态下使用，为什么？我需要木头。游戏的仓库长得有够潮的。这是什么？哦，获得了，这是什么酷东西啊？获得新道具，情绪高涨。情绪高涨是个道具吗？那你情绪是蛮高涨的。色色的。对啊，它是饰品。哎，我又走在各位前面了，不好意思。欸丢出来东西怎么捡呢、啊？很奇怪的地方乱跑，可恶！太可怕了吧！发现我好像重挖了吗？就是因为我刚刚是直接跳出没有同档，所以我刚挖的一部分不见了。哦，我开了新地点了，可以传送到这里了。快，这！木头，我来了。怎么捡东西啊？地上东西捡不起来。你靠过去，他就自己捡了。我不小心 Q 出去、欸，哎 ，Q 出去 ，Q 出去捡不回来了吗 ？Q 会丢出去，但是你还是可以吸得回来啊。要不然你按看左键，左键，哦，真的哎、欸，嗯，我要打他哦。懂了。看这里，究竟我们这样子一直挖下去，会挖到什么呢？这个水母，我难道要成为我们这里面？最高端的武力了吗？而且好像只要挖两个就好了，不用挖三个就可以往下了。啊？哎、欸，不对啊，我这样好像是错的，我这样只有挖地下跟，我是半真男人挖矿法了。啊？等一下就摔下去了？对，有可能。目前还没看到岩浆啦，会有吗？希望会不会挖到地表的另外一边之类的？真的假的？木头喝水好喝。木头，有人说木头从上往下踩比较多，不然只挖树冠会只有喷几个。哦，原来它不是整个一起，它是这种事啊。你挖多少就多少。哦。原来是这样。哎，我好像就是你对那个矿物，如果是橘色框框，好像才是踩得到；红色框框是踩不了。红色框框、啊、没有，我红色框框还是有踩。嗯，对，可是你有踩到什么？石头而已吧。获得铜手镯，我挖到底了。获得铜手镯也太变态了吧？为什么？我挖到底了，啊、各位。防御加五啊，各位。我挖到底了、啊，这里就是最底了。他怎么这么猛？你怎么好像有点猛啊？所以我这边要怎样？往上挖五，往上算五个，然后开始鱼骨挖矿，对吧？我就是这么狠喽。我要做三个铜镐。二、三、四、五、
就这里了，看我的鱼骨挖矿法。需要很多的铜镐，会不会有惊喜呢？哦，然后那个城市里面、啊欸啊、红红的东西啊，这是什么？只有白天会开而已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红红的东西？只有白天会开什么东西？就是你用宝石可以换东西的地方，只有白天会开、嗯哦。对啊，那是商店啊。然后如果你有看到那个加体力的果子，就直接全部吃掉，你的耐久上限会降。哎、欸，挖挖捞红红的东西。体力的果子是什么东西？哎、欸，爆了！果然用石镐挖不下来吗？可能滑到火把右边那一。你的框框是不是红色的？我知道啊，这个是那个嘛，好像是完了。对啊，我刚就说用橘色的那个橘色框框才能用。我没有办法做那种东西呢。可能就是要练等了，等级上去的时候做图稿。啊，你是在哪里买那些东西的？别的村庄啊，你每个村庄里面都有那个、啊、商人、啊，所以要练等。我要回楼上练等。飞别的村庄。飞哦，开灯塔飞哦。没有啦，你就慢慢走啦。但是这一区我也找不到灯塔在哪，尴尬。好，没关系，我相信瓜城力量。你现在几等啦？你感觉超级强了呢？为什么你还有饰品这种东西？我买的、啊，我们现在是买的。我们现在是大家有各种不同的目标。我在挖矿，然后他在探索。欸、那个是灯塔吗？我好像看到灯塔。在探索炼等，然后我没干嘛，我在挖矿。那你在干嘛？你也在挖矿？我在地表挖矿。你是地表挖矿？我也是地表挖矿。哎、欸，斧头是不是拿来砍木头比较快啊？可它显示在工具类，它是武器类。因为有一个好像下去了，不敢跟我打。石斧的话，他说是可以击退敌人。对啊，没有我的木斧也可以击退敌人。斧头好像，斧头好像也可以拿来当武器用，就是。所以橘色是怎样挖不爆？怪物嘞，快出来让我练等。刚反应是什么？红色的就是挖不爆是吗？是你挖东西不会掉那个东那个矿的东西。欸、不是，你也才14等啊，我也10等了，为什么我做不了铜的武器？橘色的我有掉哎、欸，我挖橘色有掉。对，橘的有，但是红的不会有。哦，可是橘的就挖很久了哎、欸。你先说什么？我在想橘的会不会是挖比较久，然后可能你也不会拿到那么多之类的。嗯，有可能。啊！完了，我还找得到我刚刚哎，我在工作台这边复活哎，这是什么？还看得到我的木马的，我现在可以看到你了。增加体力的果实，这可以干嘛？刚刚福谦讲的啊，增加最大值啊。福谦说有吃就先吃，对啊，因为到后面你好像吃很多颗才会提升，因为像我现在右边耐力条上限是125。哦，耐力就要变105了，好欸，可以飞比较久了，那个耐力条。哎、啊，这什么竹蜻蜓？哼，哼，哼。哦，看来你走的那个方向就是我刚走的方向。我觉得蜻蜓会咬你，是不是？蜻蜓会放风。还敢放风？来啊！好痛，痛。哎、欸，结果后来完全没有用弓箭了，我都不想做那个弓箭，我觉得太浪费木材了。我觉得比较花资源一点，后面可以考虑、啊，但前面我现在都用剑砍，对啊，直接用刀砍。啊，好多啊，技能，不是他在客厅吗？对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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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听到了，你说好多阿进。什么？啊，没有啊，我哪有这样说？哦。阿金，有人说，你确定？哎呦喂！我刚你那段我有录下来哦。来啊，看谁录比较多啊！要互相伤害是不是？看是谁想早死啊！他现在在你旁边，我觉得我应该活得比你久一点了。你怎么看？嗯，不会，我会在他还在台北的时段保持我的优良品性，直到他回到台中，先去把你扁。我还要说，你要真的还在台北，先把它吃了。哦，你看吧，到底是谁？好多木头，这边的怪就只有这样子、欸，根本没办法升多少级、啊。所以你有挖到其他的矿吗？除了铜以外，我有挖到，我有看到红宝石，但红宝石被我挖爆了。不，所以红宝石，所以铜的东西挖不了红宝石，是这意思？没有啊，我没有办法做铜的东西。能。
啊，而且你可以做了吗？我刚刚有做那个啊，同稿还是什么挖沟了吧？你有，你能做同稿，所以是几等？对，我现在拿同稿在挖、欸，哎，你也几？你几等？我十二等啊。哎、欸，我也可以做同稿了，但我没有同框。嫩。那我直接去找同框了。因为在我们互相说嫩的过程中度过吗？其实在这游戏一边先超过另外一边，然后就嫩。这游戏我觉得蛮好玩的，说实话。我觉得目前应该还蛮新鲜的。对啊，我觉得很新鲜、欸，真的是蛮新鲜的。缺木头。呀，有哪个王八蛋在打我？你要方块工作台是那个嘛，对不对？拿来做家具的。嗯。树要从上面开始敲会比较多。对啊，我刚不是有讲，就是从最上面，你就爬上去开始敲，从上面开始往下敲。我发现这个游戏啊，有些怪物的仇恨范围有点远。对，像是这个蜻蜓的地方就冲过来，蜻蜓会开始放风。哦，干，很痛哎、欸！而且长得一样的怪物，好像在不同地方强度好像会有差。因为我被一样的怪敲，我有一些被敲的好痛哦。还是他们会暴击？有可能，但是我不确定。哦，靠腰啊！有哎、欸，木头多好多、哦。我死了，你死了，安安、哦，怎么又死了？这是哪里？我只能做铜镐，不能做铜剑，因为你是铜牌吧？哼，你也只有现在能够嚣张了。我做了好多铜镐、哦，哇，好慢，好像真的要从。对，有多超多的哎、欸，对啊，这本来可能掉三个变六个八个，所以我觉得有可能真的是跟工具等级有关，有可能。哎、欸，我哎、欸，目前那个官方那个伺服器暂时不能登入，不然我还是想要跟你们一起，我们要不要去找再找一个多人的？好啊，也可以啊，反正我们单人的东西可以带到多人的。快驾驾车，呼，快死了。石斧哦，直接用这个，对啊，安装用啥？我有好多铜镐，可以用勾的啊，用勾的就可以不用一直用爬的。哦，对啊，这什么声音？这什么声音？木头的，老子不要了。这个很畸形的音乐，很畸形的音乐听起来很恶心呢、欸。有种刚刚找到的铜矿，斧头砍树比较快。好，有人说斧头砍树比较快，对啊，果然我也想用。好快哦！斧头嘛，砍树本来就应该用斧头、哦。为什么这是风主？不是风主，这是猪会顶我。听到了，风主。喝水。猜一下这附近有没有铜？战战战战战！我有好多绿宝石哦，大富翁，我有33个绿宝石。靠这个方向敲出去，等一下应该会是水啊！可是怎么还有攻击会追踪的、啊？这走位躲不掉哎、欸！啊，对啊对啊，那个会追啊，那个他是射一个那个水的飞弹还是什么鬼的，然后就跟着你一直跑。哇！你终于遇到那一个了，那个很讨厌呢、欸。哎呦，成功了！那个有紫色的那个哇！有紫色的那种，有种有点像一坨东西在地板上的那个、啊，你打死之后会掉宝箱出来，宝箱是可以那个，哎、欸，就是怎么回事？宝箱是可以烧掉了，解开然后拿装备。我的电灯又烧掉一个了，怎么会这样？不，你的电灯爆了。我刚打开宝箱，开了一个绿宝石、欸，哎，而且还可以带一样的手镯、欸，我带了两个一样的手镯，防御力加10、欸，哎，打怪不会掉宝吗？打怪目前没有掉过，但是打那种地上有紫色火焰的那种会有。有、哎，听起来不错。我卡住了。啊，晚上建议找个地方睡觉，因为怪物好像密度会比较高，强度比较高，我不确定，但是密度比较高。我操、欸！把它挡起来好了，这样子就比较不会迷路。可是我的铜片还是不够，我的铜只有3个。可恶！哪边还有铜？铜应该是感觉是上面一点的地方
你们在哪里拿到铜的？地表。地表。地表。感觉是刚刚在等你的时候的单人模式挖出来的。大青蛙，我来了！有、哦。哎呦，哎呦，这是一个用利用转角的。哎、欸，我怎么按的？啊！死掉了。你刚说打倒地上带一坨一地上一坨那个什么那个火焰那个啊，女神有跟你说要去打那个的、啊，就是肃清怪物的那个、啊。紫色的火焰。哦、这里稍微往地表爬，能不能？还是直接在地表早就会有铜了呢？好暗哦。我记得我是挖那个村庄里面起始的那个矿石有掉。喵，掉什么？铜矿啊。对啊。哎、欸，还是我来挖挖看这个，这长在地板上的，我挖挖看。会掉啊，我的都是在地表挖的。要更多的石剑、嗯。哎，我不能做铜剑呢，我想要比石剑更高阶的武器了。队长，嗨，在地上就有了，地上就有铜了。嗯，没错。这是什么东西？我来敲一下。我觉得我需要比时间更强大的武器。嗯，还好吧，我觉得时间蛮够用的。真的吗？对啊。我有多少石？红宝石那边有花到。没有，我觉得你现在缺的是防御啊，我觉得防御差蛮多的。这怎么看都不像是一般的。哎，谁叫你顶我的？可是我要怎么拿到防御的那些东西？那个，就是那个啊，探索箱子啊，然后打王，然后还有那什么地方女神的任务，还有。商店大概就这些了，看一下，多看一下。所以打怪目前是已知是不会出东西的。分装，除了你打王就打那个紫色火焰的地方，它会留下。粉红色阿进是中立怪，可以用绿色宝石解开的宝箱。嗯哼，哦，刚听人说粉红色阿进，哎、欸，什么东西？什么粉红色的阿进？你在说什么？你好过分！你就继续这样子，阿进会消灭你的。这样子，你会被阿金给消灭了。都在村庄打破那个箱子，有送铜，像这个吗？对，有人说可以把村庄村民的床敲掉一个，放在身上就可以随身睡觉了。哎呦，啊，好像是这样，没错，可以直接干走他们的床。笑死，太舒服了，我已经干走一张了。啊，武器坏掉了。芳芳，我靠，30个月的订阅，我的天啊！哇，谢谢好耶、欸！他直接绑架你30个月！耶、yeah, ，没有，这是连续30个月了。天哪、啊！哇、哦，那你绑架了30个月？欸、是玉髓啊，玉髓，长超像的，被夹掉了。哇，好多阿进，你舞蹈哇好快哦！这样真的不行哎、欸，我觉得你的那个。生命值也掉很快，等一下阿金就把你折断。哎，符签怎么装备东西？冷却草。哎、欸，装备直接放在下面的快捷键，捷键的栏位就好了。哦，那是装备了、哦。对，这应该。我妹，我绕了一圈绕回来原来的地方了。晚上天黑分不出方向。我拿到蓝色宝石哎、欸。对啊，就是一格的那个，对不对？对，那什么？它是比绿色宝石大很多。任务器任务的东西吧，我觉得。任务的东西，因为他说可以破开某地方的封印，不是吗？我好像去那个金字塔，你们有人去那个金字塔看过了吗？金字塔没有，我还在单人模式里面乱逛。啊、我启动吗？我们要不要出发一起去某一个伺服器啊？反正我们现在大家等级都蛮高的了，不是吗？对啊。OK， 那等一下、啊、我点完这边的地图。好、啊，这金字塔好可怕，我要出来了。啊屁啊、哦！你是龟龟耶？对啊，龟龟是很厉害，你是龟很厉害的意思吗？有道理。你是龟龟耶？是有道理，反正死了也不会干嘛，也不会怎么样，我没什么好失去的了，冲啊！你是小龟龟耶？呀、啊，他的音乐好不足啊。哎、欸，那个伺服器又可以用了。那个官方的那个也可以进去了。对、這個、啊，我们要进去吗？我进去了，你们可以来。好，等我一下哦。你、嗯、这金字塔感觉很不友善。只是那个塔可能不能点的，就对了。
那这样的话，我们要怎么推进度？我们先找事做啊。那个塔不能点，你会迷路哎、欸。其实，是啊，因为你等于是地图是一片黑，你没有办法看到，比如说我们去那个、啊，我们先去挖矿啊。哦，也可哦。对，而且为什么我在单人是13等，然后进来就变12等？因为你的存档不是即时的，它有的时候会跳下面的存档，有可能是你保存你刚刚的什么？所以我刚刚还没存档，我就跳出来。对，因为我刚刚也是。大哥，这到底什么意思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我武器坏了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就是其实好恶心，好恶心，拿斧头砍了。你几个意思？欢迎，要死啦！情绪高涨，我也拿到情绪高涨了。没错，对的啦。舒太都好不舒服，什么意思？我喝药还不舒服。情绪高涨放在哪里？放在你的快捷键上面，你就会装上去有效果了。你看，你放到快捷键上的时候，你左下角追加效果那边就会有显示。左下角。嗯。你要打开你的那个 tab， 打开 tab。有了。嗯。你会看到那边有那个人气。看。哦。我 buff 了。然后效果三，哇哇哇哇，这什么？这什么？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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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预言剑啊？那是我看起来很，怎么听起来很秋？对啊。然后我们还是我们就算不开那个，我们还是可以去打地下城的、啊，应该可以吧？对啊、但就是出发走，等你们来，我们直接去地下城。是你们已经在一起玩了吗？还没啊，我还没，我还在等你们。你开好了、哦，我会找你。我开好了，不就是同一个那个，不是我开，就是官方那个，可以直接进来。哦、对，我是可以不用那个的，哦、不用输的那个。没错、哦。哇、哦，我给你看看我的预言剑。看预言剑，哎、欸，这样你要小心哦，你要先存档再出来哦。什么意思？它不会自动存档吗？左下角叫自动存档跳起来。等它，它的自动存档真的。你多跑一些地图，它有时候就会自动存档。啊，多人游戏啊，应该有啦，有存档应该有啦，我没看到哎、欸，在哪里？我没看到。左下角会显示自动保存。我说那个官方的我没看到。欸、一样啊，同一个啊，同一个、啊、那个我刚刚贴的那个啊，你要记得先遮画面再进来。嗯，哦好。我感觉我越来越强了，虽然你有预言剑啊，真的不能砍你，真可惜。嗯，不能砍我，你确定现在跟我对砍会赢吗？我有预言剑哦。看到。区区12等。十二等，老子19等啦！为什么你19了？那你练蛮快的。哎、欸，嗨，嗨，嗨，紫色先知。啊？什么？没有。我们现在紫色先知。先知。哦。菜头在哪里？哎、欸，他说好冷哦，滑下去了。变好冷怎么办？我怎么在一个奇怪的村庄啊？这是哪里啊？粉红色的猪这里啊。对啊。哦、我看到你了，你看我的剑，这是繁星吗？是我，哇哇，预言剑，哇、哦、哇，会烧哎、欸！等一下，烧到我了，烧、欸、到我了，是唯一可以揍人的吗？菜头，刚刚是不是要单挑？哈、啊，我没办法揍你，然后这就不是单挑，是虐杀，你怎么可以越虐杀？哎、欸，他烧的、欸、哦，烧完了，烧完了，这预言剑他妈有使用次数哎、欸，啊，他有。上面有个16可以充能哦，触碰女神的爱心可以回复充能哦。这里，丁18哦。有人想做、哦、了，哎，我知道了，福谦。我们这边应该有人的 ID 是英文吧？我是我吗？纯英文，你们的 ID 是纯英文吗？我不知道要怎么看。在你返回标题页面的时候，名字那边应该就会又再遮一次了，又再遮一次了，返回标题，嗯，哎、欸，地图换过嘞、欸，对，我是出头哎，纯英文哎、欸，我也是纯英文的话，那就是我因为我的是中文嘛，所以我离开这个伺服器，然后你们去点灯塔，看会不会涨价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就是他可能不能有那个。中文的这样，因为我的渣在那个日文里面没有这个字，应该是日本原文。砍爆你妈的女神！
OK 了吗？你们找到灯塔的时候，就是你要先退掉就对了。灯塔是隔壁而已啊。好，你知道灯塔在哪里吗？这里。这是谁？乖乖啊，就你啊！等下太登录，怎么变军帽人了？太登录，太登录。好，我去点，我去点，我去点。你去那给我单挑，你去那给我单挑。预言剑，呵。做不到，没看到你。你要去点了哈，你要去点吗？跳掉了。好。我先回到标题画面。我们先没挑战一下预言剑吗？试试看。我需要多砍一些草。你离开了吗？我离开了，我离开了。好，等一下，在三楼了。Try three. 好，乖乖要点喽。好，点。我不用离开，我是纯英文的。点亮，开启。开启。好了，那我们知道谁在搞了。我们知道是谁在搞 了、欸。等一下哦，哦有开了，有开了，成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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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nice。有这种事，知道谁在搞了？知道，知道。说不定是他们刚刚修好的，说不定又不一定跟我有关。有可能，那我们再去开第二个。啊、那我们再等一下，不是那个灯塔开了以后，我们就可以先去跟女神讲话了。你讲啊，你讲啊。那你说要去打那个黑色的火焰出来的怪物？我们要去地下城看看。嗯，他还没有到地下城这么快哦。我跟女神讲话看看，看她说什么。解放塔楼就能开放地图，请先去解放塔楼。哎、欸，他要我自己去解放吗？那谁，刚刚是谁点开塔的？繁星，我在看。你我在看了。讲话的话，他会说可以去地下城吗？我先解开塔罗来解放地图吧。今天吃宵夜，吃啊。再去走下一个，要再去开下一个吗？对，下一个塔罗啊。因为开那个时候还没有兴趣问女神。那吃宵夜是需要还是要去那边的塔罗那边的？任何一个都可以，因为我刚刚也是随便开其中一个就。你们怎么要再开一个吧？再找一个塔、啊。你们在哪里？找塔喽，找塔喽，找塔喽，找灯塔，找灯塔，找灯塔。你们我看不到你们，你们在哪里不？各自解散，走灯塔。好，各自解散，然后到时候再某一个。你们看地图上面那个有一个点点的那个，都是其中的塔喽，对吧、啊？地图怎么看啊？我去北边那个好了。你按 Ctrl， 有个人像不知道什么圆圆的东西。哦，哎、欸，这里有人在我头上啊！这是谁？这是菜头吧？我去北边那个、哦。北边感觉比较近哎、欸。啊，我掉下来了，自由十二滴。你先问过女神了吗？有，我先跟她讲完话。好好好好好。这边有梯子，我竟然没看到，妈的！妈的，你跑来，这个是可以开的吗？嗯，这不是刚反应？这个已经开过了，我想说我来看看这里。好、啊，那我就去找塔楼了，那先了。去吧，一路飞过来，满地都是铜矿哎。对啊，你就是塔楼仔吗？所以这个被开了，那我。随便往下一个吗？我往哪边那个？我要去北边那个，你们可以走别的。我去东北。我往另外一边走，我不知道这里是哪里。我去东北边走边挖矿。妈的！我往东北，我往东边。其实有点远，有点远，真的有点远。获得新道具铁矿石。什么？哦，你进入铁器时代了吗？你敲了什么东西有铁矿、欸？不知道啊，就一个看起来跟铜矿是一模一样的东西。就它上面是银白色的，是铁，乳白色是铜、哦。好像是这样子哎、欸。对，啊是真的是。哎、欸，下雨了，你有没有发现吗？有啊，刚我们在山上就是下雨啦。对，下雨了，这该不会是铜吧？我获得了黑曜石斧。哇，为什么黑曜石斧？哎、欸，我拿完东西，你们还会拿得到东西吗？在多人里面，铜矿了，这是不是一个好问题啊？什么？嗯，就是如果我开完其中一个宝箱之后，你们还可以开同一个宝箱吗？不知道哎、欸。这应该是个好问题哦。你们过来看看吗？就是一路往北走的那个村庄里面有一个。宝箱是用20个绿宝石解锁。对啊，对啊，我知道啊，就是我那个是开到的。我等一下过去。我还不能做铁的东西耶。我敲一下铜矿。你们每遇到一个那个女神，要跟他们讲一下话，你可以，你跟他讲完话之后，你可以开启那个。有小伙伴在打我。有怪在打我哎。
哎、欸，然后我建议大家睡一下觉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因为哎、欸欸，我死了。因为绿宝石的那个，哎、欸，多人游戏不能睡觉。对，多人游戏。因为绿宝石的店要那个早上才开。我有些店它是晚上才开。Motherfucker！ 对我刚刚的地图是要晚上说打赢怪，晚上才会开启。铜矿长出来了耶、欸！哎呦，再生资源。铜矿长出来了是吗？我记得我刚烧的时候不是这样的数值。我一直很好奇，你们有没有发现，这地上有时候会有一个一张椅子，然后前面有一个那个一滩不知道什么东西，那是什么？你们知道我在说什么吗？没有遇过。你在空山脚。就是我被毒死了。我应该会在村庄这里逗留一下、喔，因为我想要开一下那个商店。真的、欸，铜矿长出来了。铜矿是会长出来的东西。还是不能把它砍完，就要留一点。然后弓箭，弓箭是要瞄准的，弓箭竟然不是自瞄。弓箭不是自瞄吗？是吗？是自瞄啊，都没射到、欸，是已经高度辅助瞄准了。就是你距离好像不能太远，你那个距离跟那个什么好像还是有一定的限制。你那个叫做外挂了。哎、欸，这个是又是什么？这也是桶吗？哇、哦！真的耶，火把是自己发亮，好可爱、喔。不要走啦！算了，既然铜这么多，好像就不怎么稀有了。好像没看到博阿先说。哦，这是什么？看起来很像 boss 的东西。赢了。看起来只是小怪而已。幽灵，击倒了新怪物幽灵。然后我现在啊，好远啊。去撸点木头。你是要去北边那边吗？北边啊。北边。是啊。可我在中间的村庄逗留中，我想等白天，然后买个东西。你已经死了，什么海马？那我也往北边走。你可以来我这个村庄看看他。我不知道会不会遇到你，我看看。安安云雨，往北边走。嗯。哎、欸，我地形很难排。幽灵的尖叫好可怕。反正我现在是在村庄用他们的东西、欸。什么重生点保护吗？会好多。看一下地图，我快要走出边界外了。好哎、欸，我可以开到下一个灯塔了，各位。也太痛了吧！你可以先开、啊。好。这个方向。你确定你要在我在的时候开？没有啊，就等一下。嗯。是好喝完，我不确定是不是我的问题啊，但我应该不是吧？应该不是吧？应该不是吧？抛他们在村庄里面的箱子就会拿到煤炭了，其实。没事，我刚刚有挖到不少。然后我一直往北边走，我没有看到村庄哎、欸。那就只没有没有，我好像还我还不够北的样子。我在等商店开门啊，我想看一下我们的新装备可以搞一搞。冷到动不了是什么意思啊？青蛙会用舌头舔你啊，有点痛。对啊。哦不，我没有武器了。制造木剑。冷到动不了是什么意思？为什么冷到动不了？你是爬山还是游泳？好像在下雪。哎、欸，前面有灯哎、欸，该不会就是这个村庄吧？应该是哦。是吗？幽灵、欸，前面有一个看起来很可怕的东西、欸，应该打得赢吗？啊？那个东西你现在的装备，你可以去摸摸看，应该是会死。我也觉得应该会死。你可以去摸摸看。干旁边的小怪摸你一下，你都要倒了。是没错啦。那个怪会比。附近的小怪都还要再强，而且他那边看起来不止一只、欸，他会出很多只出来。你在哪、啊？你怎么会知道？你可以看一下小地图啊。对对对对，
我在这附近。哎、欸，你触发到那个？我触发了吗？对。那他们要来了吗？你在我的北面，等我一下。我过去，把那边打完，因为打完那边会掉宝箱了。所以哦。所以可以那个。我刚刚又升级了，这样的话，我现在就打得赢了。真的吗？你确定？你应该两下就要倒了。哦，我回复药没了 ，fuck。什么？那、啊、我应该打得赢吧？我觉得。我的回复药也要买了，完了。我打得赢了，打完了。打得赢吗？那你可以开宝箱了，你可以看一下开到什么。绿色宝石。你要20颗解锁那个宝箱，解除封印。看什么东西在天上飞啊？啥？山崩斧，哎、欸，你这是什么黑曜石斧啊？好像会比你更屌一点哦、喔。山崩斧听得很帅哎、欸。啊，我回力镖没了，回力镖做得出来吗？可以用骨头。用骨头。还有木头。你可以看一下山崩斧的那个解说，他你移到上面可以看到他武器的说明。妈的，偷袭耶，小狗狗！哦，白天了，我要回去村庄看了。啊！武器坏掉了，死吧！我怎么还是不能做铁镐啊？北面哦、欸，我看到塔了。你开了那个北方塔吗？还没。你可以去开。斗内30块是暗道吗？谢谢你的斗内。换通剑哎、欸，他要10个才可以，10个蓝宝石才可以开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那他应该是很猛的东西哦。那我就买不起了，我买不起。蓝宝石哎、欸，哦，是比绿宝还要再高阶一。一级的货币、欸啊，我蓝宝石只有6颗而已、欸。哎、欸，这好像有那种什么世纪冒险风的那种感觉，就是你的货币等级还会提升，什么金币、铜币，应该。哎、哦，不，我在地下看到那个红宝石，一颗就价值什么1000、1万块，价值连城，好不好啊？红宝石应该会比蓝宝石要再挑掉吗？可能啊，我不确定。所以你现在摸到北边的塔是不是？那给你摸。对，我摸北边塔了。哎、欸，那是什么？我刚才是看到那个啊，可是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，上不去吧？那个上得去吗？你要看附近有没有比较高的地形，用飞的加钩索有机会上去，或者是叠石头上去。这个游戏可以叠石头上去吗？我不确定，不能吗？我刚可以叠石头啊，说不定可以，我觉得。哎、欸，我要开塔喽，有可能会当哦。不，那你不能开，那你不能开啊！我试试看嘛，也许不会啊，也许嘛，也许不会啊。我觉得会耶，也许不会啦。我已经快到附近了。等，你现在你要不要等福先做完他现在要做的事情？来不及，我开了。好、哦，那看来是没事嘛。嘿嘿嘿嘿，没有、啊，没事啊。不行，我对那个东西实在太好奇了，我要去看那是什么东东。你开的塔跟我说的塔48是不同塔。我的地图没有被点亮、欸、还是你开我不会被点亮？有这种事吗？不对啊，因为刚刚繁星开那个，我们地图有被点亮了。对啊，我不知道哎、欸。等一下，那到底是啥、啊？好，有点恶心。你的塔是不是跟我们说的那个灯塔不刚？等一下，你干什么？什么冰原雪域啊？好大只鸟鸟哦，立像。我死掉了！竟敢打老子！你以为你很痛是吗？你们有没有看到我？打倒新怪物克拉肯。Kraken 吗？哦不，是 Kraken 吗？是什么红色暴鲤龙吗？这是什么彩虹小马？很痛哦。可以养吗？不能养，他踢我。哦、是 unicorn 哎、欸，那边谁在打怪啊？啥？你们相遇了？他头上有火焰哎、欸，酷！我要宰了他，还是我会被宰了？等一下，那我回个血。干你兄弟，你确定他是、欸、是你宰他？看，差点掉下去。我都只能做回复药效。你们看我的画面，看我的时光台，
红色暴鲤龙哎，可以养吗？看一下，哇，你是 YouTube 广告，广告，红色暴鲤龙哎，对啊，这红色暴鲤龙哎，可以养吗？哦、可以敲掉哎、欸，那怪啊，敲掉了是吗？敲掉了。龙头吗？纤维乘以二啊啊啊！纤维乘以二，纤维你打草就有了。你跟我说用纤维可以做，可以做一只龙，两颗纤维做一条龙，厉害吧？真的假的？没有掉其他东西了吗？那是一只龙哎，还是那其实是什么可以许愿的龙？然后我被人把它敲掉了。应该不是，有很多只。我跟你讲，还是他提醒我你要纤维。他才会回我。喂，哎、欸，嗯，纤维啊，纤维啊，啊，好。你说有很多只龙？嗯，我一路过来看到很多只啊。那、啊、你怎么没有上去瞧瞧？那种东西你不好奇吗？干，我差点死哦！一边跟你们聊天，一边打 boss， 差点要死啊！啊，你为什么可以打到 boss？ 没有、啊，就是那个、啊、一样啊，就是。那个火焰的地方啊，火焰的地方，学到了石头手镯，干听起来怎么比铜手镯还烂呢、啊？哎、欸，那理论上我们如果去找女神，就可以去地下城了吧？哎、欸，我跟你讲，我可以带三个手镯，哎，为什么你一直可以找到火焰的地方啊？蔡昭刚也遇到一个，然后打死啊？为什么我都没看到？这什么地方？紫色火焰在地图上超明显的，可以晚上就看得到了啊。這是什麼，你说不用开地图就可以看到是吗？嗯、欸，我发现那个点亮地图啊，你人要到附近，你才会新增到那个地图。所以我们要全部的人待在同一个地方。啊、靠近就好，对，我们不能分开，我们不能分开。有没有？我刚到你点亮的那个塔附近的时候就可以了。嗯、这里有一条秘密隧道、欸，哎，哇，暗，这什么地方啊？这里你地图上你有看到那个吗？有一个有点像龙卷风的图案那边吗？有，我看到，怎么了？我想过去那边看看。你应该为什么这里有个地道，然后什么东西都没有啊？那我下去了，什么到底什么都没有？我啥？这什么地方？哦，青铜斧。蔡渣拿到了酷东西吗？蓝色宝石跟青铜斧。蓝色宝石哦，还有青铜弓哦，那不错。那你遇到了，你遇到两个箱子哦，赞哎。对啊，反正目前看起来我们可以打怪打到的是绿色的宝石、嗯，然后只要可以换蓝色宝石，就是比较高阶的那个，比较高阶的货币吧。对，而且那个武器是不是就算拿到了还是会坏掉？看起来会，它还是有耐久啊，还是有耐久。哎、啊，我为什么不靠木头不够？怎么会木头不够？木头怎么会不够？木头这什么游戏？长得很像。对啊，它是新游戏，它叫 Terravit。Terravit， 和盛，和盛，这可以砍吗？可以吗？这可以养吗？哦，在地图上，你到一定距离的时候，你其实可以看到。他会指引你说你看到那个图标在哪个方向，你不用一直切小地图看的。你说在上面吗？对啊对啊，头上那一条你就可以看得到、嗯，因为我已经在往那个龙卷风的方向走了。那哦，蓝宝石，我看到了，这什么？达人编织的手环，成长达人增加了分数取得量，小咪。那感觉是拿到了经验值量吗？应该是 buff 那种经验值量，对。对啊，哦，那个东西好像可以带满，就是。你身上可以，你说就是弄什么经验三排经验之类的啊？没有，因为你底下快捷键就一排，我好刚测了一下，好像是只有放在那个快捷键上面才可以有用。我放两个达人手环。哎呦，这边好像真的有比较不一样的东西哦。哎呦，看那个蓝色圈圈，这是什么？哎、绿宝石五颗。水之杖。什么水之杖？看起来很屌，听起来很屌。嚯，死给！哎、欸，我传送了，然后你传送去哪了？在刚刚那个龙卷风的地方，我传送。嗯、欸，你传到哪去了？嗯、
我传到一个离那个地图超远的地方，它是传点。哦不，你回得来吗？可以，五颗宝石就可以回去了。哎呦，那还蛮不错的，所以绿宝石可以省路，所以可以省路。什么水智障？你们太过分了。看来这边是要我拓荒了。我我又看到那个龙了，在天空的龙。就跟你说，交给你了，交给你处理了。然后我要去开另外一个塔了。哎、欸，而且那个塔中间是可以传送的、欸。应该是你可以传女神。是哦，是传女神吗？对，女神是传送点。啊，记得跟女神讲完话，你才可以传、啊。好多龙啊、哦！我看到好多龙了。飞空艇是什么啊？是可以盖建筑者等级二三等才可以盖，妈的！你可以盖飞空艇，有个小屋，它里面可以盖一些东西。飞机。我很好奇，这个上面有一个这个标的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然后它这个洞在下面村庄吗？这好像是村庄哎、欸。看怪物会追进房子里面哭哎、欸，多人不能睡觉。这个到底是什么啊？我都很好奇。这什么？好可怕！嘿，怪物会追进村庄吗？我这个村庄没有围栏哎。水上有箱子，那是箱子哦。哎，那一排一排那个是箱子吗？我以为那是一个展示灯之类的。还会滑？这是冰吗？嗯，这怪的声音好可怕、啊！是不同的矿，真的假的？你说这个绿绿这个吗？我找到女神，我就我找到女神了。那我可以自己加神吗？那好像是打火石。成功塔楼人呢？我要看这个冰怎么样？有了有了。请去攻略怪物的巢穴，它会发出紫色的光芒。啊，就是那个、啊。我说你刚打的那个就是怪物的巢穴啊。可是我们不是要去地下城吗？这到底是什么东东？这是哪里？啊、我记得刚刚的路吗？怪打有点痛，我暂时没办法。我把这个收割完，我就去找你们。可是我迷路了，有人记得我怎么来的吗？你迷路了。不然你传某一个女神 啊，我们去某一个女神集合。这一开始我要怎么传？啊？怎么传？我进了一栋超大的建筑物、欸，可以盖飞空艇。没有，你是不是来到我这边了、啊？盖飞空艇。欸、没有，你离我好远、喔、可以敲女神吗？我试过了，敲不死，可恶。他们随随便便把我们的召唤过来这个地方，又随随便便的不让我們。对啊，这个好像是打火石。没错，坏女神，开门，这啥矿？哦，铁矿哎，电视的项链，哇，听得很猛哎，装备一下，装备一下，是什么呢？效果力量稍微提升了，力量稍微提升。我觉得我进来的地方应该是跟龟龟刚探索过的地方比较类似一点，就一样类型的建筑物。因为你们都可以那个飞空艇，坐飞空艇，可是这里面没什么油水，有点穷。那真的是没什么油水。黑曜石宫哦，啊，这是什么？要带什么？哎，这是地下城吗？仓库，这是仓库。什么？竟然有仓库可以用？那个标志拆了？有吗？没有啊，那个标志有仓库可以用啊。对啊，那先不用。我砍不了。那会有地下城吗？紫色的点。这个吗？好，那我们要集合吗？好，哪一个？都可以。能集合的就传女神啊！啊就，那我们最早，那我们去最早那个女神。好啊。等一下啊，我想说，在这边至少找到一个女神的位置，我再回去。那你找到以后再，我先回去，然后你好了再过来。这幽灵为什么可以这么痛？
我这边好像也有地方可以开耶，我看一下。哎，我也攻略怪物的巢穴了。啊，我都没有看到那个纸纸。他说攻略怪物的堡垒，所以巢穴跟堡垒不一样。对，巢穴跟堡垒又不一样的样子。看到女神了，这是哪里？堡垒是那个一个眼睛的吗？你刚刚不是有个龙卷风吗？龙卷风左边那个不是有个眼睛的，是那个吗？二四等可以单打地图上的魔王。黑曜石弓。你拿到黑曜石弓了，酷！怪物的堡垒是堡垒会是长怎样的东西啊？我们等你们回来，然后我们一起去探险。好啊。对啊。哎，那是银矿吗？我干，岩浆哎，岩浆城哎，果然有岩浆了。果然这种东西少不了岩浆的。不不不，铁矿吧？我干，很秋哎，感觉是。王冠吗？石头？这只是石头。我看一下这里面有什么好料的可以搬，搬完我就要有哎、欸，铁矿石，好，你搬完以后再那个铁矿石。我、哦、干，这是什么？启动会怎么样？该不会要出怪了吧？出怪，干你娘！跑了跑了跑了！你要死了！哎、欸，我想等到天亮，我这边好像有那个商店可以换东西。哎、欸，那还是福清，你记一下你那边的位置，或者是我们过去找你。不行了，这个我被喷一下，我就中毒，然后再加上这边会热，我就快凉了。啊，没事啊，我们有四个人。白痴哦，四个人进去被秒也是一样哦。不会啊，我们有四个人不会随便被秒的。那边要进去，感觉要有就是抗热的衣服。我、哦、干，快死了！我有冷却药水啊。我现在防36被喷一下是50滴啊，防36被喷一下是50滴，你防御36，我靠，好吧，怎么看防御那些的 ？paper 啊，我下一下哦，左边，我才19哎、欸，我也是太惨了，就没穿、啊。为什么你那么高啊？我带了一个手镯，两个手镯加5，一个手镯加3，我就这样就多13了，听起来很猛。我想等天亮，怎么还不天亮？我快要到那个灯塔了，还是往灯塔走一下？哎、欸，铁矿不能拿来做东西，还是因为我的等级不够？铁吗？因为有一个是工匠等级，一个是猎人等级、啊，还有另外一个是什么等级？我不知道。建筑好像是建筑等制作的，就是你要做一定量的东西之后才会升等。但是我们可以做冷却药啊。就是有点像是你要刷熟练度的那种感觉了。哦，五至十字镐，十镐耐久，哎、欸，不对，铜镐现在是比十镐更好，但没办法再做上去了。是等级不够，还是铜质等级不够，还是什么？可我刚刚挖到那个红宝石，我想要再挖挖看呢、欸。可恶！我原本想要找一个村庄，然后就回去。结果，确定了，天亮我们在女神的面前真男人挖矿法，怎么都不会天亮。点火。到了。哦，哎、欸，那个剑是不是要把弓箭带在身上才可以用？对吗？太鸟了吧？什么意思？你就放在身上就好了吗？快捷键，我不用啊。快捷键，用吗？要，我刚刚没有放在快捷键。哇！他直接吃你一格，一格啦。所以这游戏比较重要会是你的格子的配置，嗯、好不好？就是你要比较精一点，就是你其他东西几乎都不放在那个上面，你要用的时候再去。紧急开啦！把它挑出来。对，就紧急开啦。可是比较硬一点的、啊，是真的蛮硬的。所以我们现在是要去打地下城的本、哦。到底了，各位。什么到底？啊？我在等天亮。OK， 然后往上15格。一、
都没有找到有女神的地方哎、欸，需要麻烦一点。还是这个区域就已经不会有女神了？有可能吗？一、二、三、三。哦，我也要跟他。哎、欸，我开，我现在可以传送到这里嘞、欸。我跟女神对话了。OK， 那你们等一下晚点再回来我们这里。不是哦哦，所以塔跟女神是不一样的功能，但是都是可以传送，都是可以传送。哦、oh, ，快天亮了，哎、欸！不得不说，还 在晚上赶路真的很拼，很拼啊！而且会遇到一堆怪物啊，对啊。欸、不过不得不说，蛮好玩的。探险，探险。这个灯到底是带着来，是怎么用、啊？这个。我们开张了没？红宝石吗？有了，回力镖成物，蜂蜜，童工，你就卖这些东西、欸，你不会对不起我吗？我要找一个制高点。谢、yeah。眼睛好痒，走一走。这个应该不是吧？哦，看到一个很潮的地方，有戏吗？有戏吗？不，你要逛很潮的地方先等我们。像日式的那种通天阁的那种。通天阁我刚去过了。没有，干，我现在离你们超远的哦。那你先回来妹，我们一起去啊。我应该踩船点，不然应该是不同。而且他这边有自己的音乐。所以你先回来哦。等我，我想至少记录一个船点，我下次可以直接飞。嗯哼。我现在这边还找不到船点。那我会不会挖不到呢？但是那个东西其实就极稀有，只是我还是不小心把它给。有可能，如果你考量到你一次蓝宝石都没看过的话，蓝宝石？对啊，蓝宝石就是躺在地上的蓝宝石啊，躺在地上的蓝宝石是没看过啦。刚刚那个是发光的红宝石。的戒指，增加宝石掉落，这么球、啊？哦，绿色宝石其实也没那么好拿，不是吗？不会啊，地上砍砍草都会掉。你绿色宝石有多少？我没了，我剩27。我90个。我有70几个。铜矿我一直在花，都还有90几个。把这铜矿吧。看一下、哦，至高处选一个地方飞过去。嗯，是铜矿。挖一下，挖一下。哦，等一下，那是塔吗？终于，太让我感动了吧！终于，啊，我摔到了！哇，是一大片的铜哎、欸！哦，这个是女神吗？是女神吗？干，这里的女神长得很潮哎、欸，怎么感觉长得像观音娘娘啊？女神长得很潮，你那边跟我刚刚去的地方很像哎、欸，听起来。有了，我的传送点这边开了吗？有哎、欸，赞啦！全部都是铜矿哎，我挖到一片啊石头，那、啊、怎么挖一挖又变石头？刚不是挖到一片石头，原来是一片石头。原本是铜矿，然后挖一挖又变石头了，怎么回事？难道我要获得了黑曜石剑了吗？我想黑曜石剑。黑曜石剑攻击力蛮高的，但是这个金色的啊，橘色吗？你要想一下，你看一下框框是什么颜色的，再决定要不要。是红色的、欸，那不要挖了，是不能，那不要挖了。你先记下来，之后再挖吧。完了，它在发亮哎、欸，它在诱惑你挖它吗？他在诱惑你挖他，他在诱惑我挖他，可是我刚挖了一下，好像喷了一块掉了。看，那不要吧。所以铜矿没办法挖这个啥、啊。而且你知道，红色再加上它金色的，看起来很像橘色，但你不知道它到底是不是。妈的。那为了保险起见，最好不要。你怎么看？哦，好，我可以先回去，没问题。
哎、欸，这边也亮亮的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开火把吗？现在不是白天吗？没有，我在艾弟弟。哦，他已经分不清白天跟黑夜了。就我还找不到回去的路。我找到了，我刚也是那个超难找的那个弟弟。我找到了，不小心就会给人家迷路了。重点是我上得去吗？我觉得我可能上不去。真男人玩个换法，上不去了。我可能要先退咯，要休了。哦，我们还没有一起。我们太久了，有跟人家约。都是你，随时都可以 TP 回去啊。那地下城在哪 ？Fuck， 上不去了。我总觉得是龙卷风左边这一间啊，嗯，因为龙卷风左边那一间啊，它屋顶上有恶魔的脚嘛。恶魔？对啊，龙卷风隔壁的那啊，对耶，那应该就是了。那我们往那边移动吗？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！离开了。附近有点可以飞吗？就那个灯塔而已啊。啊，我知道我知道我怎么回去了，白痴哦、喔！穿女神，对，这是什么地方？轻轻松松。哎、欸，为什么被堵起来了？哎、欸，什么什么、嗯、为什么？好，所以我们要往那个恶魔点过去吗？可以啊。等，我突然没有给你突然的，干嘛？被一堆东东揍。哎、欸，我发现啊，你如果用绳索再加上你瞬间用那个网子，啊、那个滑翔翼的话，嗯，你会飞，有种瞬间被弹上去的感觉，真的是用立体机动装置的感觉。哦，但那个时间点好像很难抓，我刚刚好像又按不出来了。我在往龙卷风前进了。我先来。所以真的往后闯，不用怕了。没有，等我哈。你去龙卷风那边就可以传到我这边来了。我没有，我要去龙卷风那边隔壁的那个恶魔的房子，不要等你回来。啊、等我一下、喔，龙卷风是吧？哦、龙卷风是吧？不能看到队友在哪边比较麻烦、這個，好痛哦！竟然挂了，这边的怪不好那个哦，不好那个，就是你要有一定的坦度，你才扛得住哦。你是说龙卷风那边还是？是不是拿这个会比较好？没有，附近的怪就是了。我感受到了，那一路过去，一路练等，也可以啊。哇，真的是好像有点痛啊。装备比较实在，防御真的是要先撑起来，不然会扛不住。小撑不住，但還行，往西北方走吧，对吧？到往龙卷风的西边。对啊，我知道正在。嗯哼，那个有一只独眼恶魔的那个图案走，对不对？对。哇，断了！等下怎么办？不得不说，这游戏真的很杀时间哎、欸。时间转眼间就这样子过去了。对呀，我们是几点开的？八点半，已经开两小时了。对啊、嗯，而且我们还觉得还没有玩到什么。说实在，就是感觉，即便这是 demo， 但是3、2、6游戏体验应该是可以到蛮久的。哦，哇，那是什么？看起来很恶的怪物。欸，这是马吗？那个龙卷风，先不要踩进去哦，因为那个那边怪比这边的还要再更痛一点。进去就回得来吗？回得来，你传女神一定回得来啊。但是那个龙卷哦，好，没关系，我就往恶魔那边走就好了。欸、而且我刚刚发现了，就是如果你地图如果拉的太远，你放的不够大的话，女神会不见。因为我刚刚不是在那边记录了一个女神吗？然后我想说奇怪，怎么没有了？后来放大之后，它才又出现在地图上。
才会出现在地图上。哦，快到恶魔了，你们来。嗯，我刚快经过龙卷风，遇到点小麻烦，而且我的手镯坏掉了。啊？他手镯坏了。遇到一个小麻烦。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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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手镯跟什么什么手镯坏掉了？怎么修啊？手镯要怎么修？不知道有没有办法修哎、欸。如果他跟那个武器一样是爆了就没了的话，那就没事。我们还是有机会打赢的吧？我们有四个人哎、欸，别怕。我觉得很凶哎、欸，这边看起来有点。哦、是不是？我跟你讲，我们会送头，因为刚在单人模式里面附近有一间这个。一等的时候进去直接开送，有没有人知道怎么修装备啊？这游戏可以修装备吗？但不知道，有人知道吗？还是我们要做其中一张桌子出来试试看，说不定是要靠桌子。有点饱了。哎、欸，嗨，你在哪？终于哦。我那么累啊！为什么不能用这把？哦，没事，按错键。哈，我来换工了，我要换成我的黑曜石工。哦，我们在进去之前先做一个工作台出来，然后，嗯，猜猜遇到谁了、啊？你做还是我做？我做了，来吧，准备筹备一下。你们在哪里啊？石斧石，我们在那个、啊、那个恶魔那边了。那是哪边、嗯？我要怎么传？从看一下你的台，一开始的女神的，然后往左上角，这里啊，我们说要去龙卷风左边的那个。你这个是哪一个啊？你这个是哪一个？哦，哪一个是哪一个？你这是哪一个工作桌？一般工作桌。我做一个。你有高阶工作桌？没有、啊，不，它不是有方块工作桌？方块工作桌好像是用来盖建筑物用的。哦，真的、哦？嗯。所以装备不能修吗？真的假的？直剑，我看到了。哎、嗯，哟，圣女的龟。我要传怎么？直接传那个女神吗？传女神呢、啊？再走过来。好诶、欸，我传了。哎，哦，我做了时间去哪了？我在这里吗？青铜弓，不用，我带了黑曜石弓跟，哎、欸，我用青铜弓跟青铜斧好了。打个生吧，生干！妈的，想干什么？啊，所以中配耐久度都没办法回哦，这样就比较尴尬一点。什么是体力药啊？回血的、啊。回体力的吧，哦哦对，回那个耐久条的、嗯，耐久的哦。那我要先做，我只能做回复药小哎、欸，我们都只能做小的嘛。所以你在哪？我、哦、在一开始女生没有，我先做一点体力回复药。你还没出发？先过来，我们三个在等你。这什么？往哪走？左上，地图上有一个龙卷风，有吗？好大哎，龙卷风往。欸他出现了，龙卷风往那个，你按 Ctrl 上面不是有一个龙卷风？ Ctrl 上面有龙卷风？没有啊。你有没有来过这边？我拍给你，我拍给你，在这边。你有没有来过这边的地图？按主播聊天室，我们在龙卷风左边的那个点。Okay. 然后女神像是我们最一开始的女神。好远哦！啊，为什么我没有龙卷风？我刚刚我一直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。你看不到龙卷风？我没有龙卷风啊。有这种事，这方向是对的吗？这里是强烈的建议，我们不要在这边站着发呆。我们可以盖一个东西、啊。那边是盖房子喽。西北，我要往西北走。对，西北。我没看到龙卷风哎、欸，傻眼！难怪我一直不在说。我的那些饰品都快坏掉了、欸，真的没办法修吗？我好像爆掉一个了，可是他没有爆、欸。我也爆掉一个了。他没有爆掉，是不是意味着他是可以被修复的？我的爆掉是直接爆起不见呢、欸，我的直接爆了呢、欸
那就是没办法修吗？哦不，快点！我盖了一个家，我盖了一个暂时的庇护所。哎，有什么遇到怪啊？我防御真的好低哦。然后我在想，练等是不是拿一般的武器练等就好了？打 boss 的时候再拿比较高阶的。妈的，这盖东西是砍三小，砍三小。我觉得武器还好，主要是饰品，如果一直坏的话，饰品现在是没办法做的。对啊，而且也没办法修，应该说不知道怎么修。哎、欸，那个骷髅头会飞上来，干啥？你们要不要来五十棵树啊？我快凉了。我也快凉了，我还在赶路。不要咬我！嗷、哦！嗷、哦！好多怪！好多饮料，好多饮料！大家跳到树上，跳到树上，跳到树上！不是啊，这旁边有现成的房子，我们为什么不待在现成的房子就好？哪里有现成的房子？你为什么现在才讲？不是啊，我刚绕了一圈之后，发现这有现成。啊、我的墓碑怎么在这里啦、啊？哦，我发现这个是一间商店、欸、他说晚上才会开啊，要小心附近的东西不是吗？哎、欸，好了，我盖好了，你们可以进来了。没事，我已经在这里窝得好好的了。哪里啊？哪里有？但晚上真的很可怕。嗯。拿古剑好了。哪里有现成的房子？嗯，在。在海岸边，你们地图左下角看到了。那里面有什么吗？它是白天才会开的商店。啊。那所以现在等龟龟。对，我在走路，可是我一直被揍。你可以不用理他们了。哦。他们会把我打死。我在水边了，为什么？记得关门哦、喔嗯，他们会进来揍人。当你什么？哎、欸，我没看到他刚写的什么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为什么？不见了，公告的东西不见了。哦、oh, ，被杀了！妈的，杀我吗？我要贴着，有点可惜。贴着这边一直往前走，哎、欸，怎么又？当宝石店，当你攻击附近的怪物，什么？情绪高涨，坏了。再走出去，再走回来一次。宝石店，当你攻击附近的怪物基地时，这个商店就会打开。哎、欸，它不是白天哎、欸，对，它是那个堡垒，对，把那个堡垒打掉，它才会开。没错。然后我看观众留言是说没办法修复，真的假的？我觉得不修才合理啦。也好啦，饰品就可以一直换，一直换就。还有像是那些可以补充，可以补充那个次数的啊，你次数可以补充，但是耐久度爆了就会爆了。嗯，对，好像是。我看到了，我刚去偷看了一下他们官方的。你们在哪里？设定级。你在哪里？哦，我屁股一卡车。你有没有看到我盖的小房子？长什么样子？啊？你在哪？长什么样？你们在哪？我可以攻击人吗？不能。你看河边，海边有我们，海边有我们，有看到我们。你们在海边？我们在海边有。我看那个紫紫的东西有个骷髅头。紫紫的骷髅头。太重了吧？你们在哪里？海边？我看到这边有个神殿，是神殿吗？还是个什么？神殿往海边走，神殿往海边走。头上是不是蓝蓝的？要白天了，你们可以来那个啦。我刚盖的临时小家。救命！连蜜蜂都在叮我，还有点牛。
我没有药草了，有点尴尬。哎，这边有草啊，砍一砍就有了。啊哈！不要叮我！你们在海边吗？你靠海边，我们在海边一个小屋子里。我没看到，好痛！这边有很多草，砍一砍就有一大堆草可以那个做药草了，做药水才对。哪边？还要再往前？哦，你们还在龙卷风那边吗？没有啊，我们在那个啊，那个恶魔这边啊。哎、欸，你们看，不要你们。直接标个位置让我看一下，目标是就是你们截那个截那个啊，我死掉了。你标你的位置在哪里？然后我们跟你讲要往哪边走。我在龙卷风那边啊。龙卷风继续往左边、啊。左边左边左边往左边，你没有看那个恶魔之眼吗？恶魔之眼什么红红的那个吗？对，在那个红色的箱子这边。哦，什么东西？红色箱子？我再看一下那个龙卷风的左下角有个红色的箱子。商店，工具、道具、回力镖。一下就用完了。天马王子，左上还是我走的不够远啊？你在哪、啊？对啊，你为什么不标你的地图？我们来看你要走哪里。好，我在这里。我贴了，要打，要趁现在打、喔，不然等一下再天黑，我们光继续往左上，在左上那个红色的箱子有没有？就是那个地图上红色那个、喔。对。要白天打，晚上会死哦、喔。对啊。这么远，所以现在是谁在嘞？现在就得打了。我看到那个红色的那个了。哎呀，按错了。看、啊、那个小屋子了。嗯嗯，然后再沿着河继续往前走。河不是海。不是啊，是不是你们家？准备好了，我的武器跟那个，然后药水，药水装一下药水。你们在哪里？我看到了菜头，那菜头吗？快点！你在哪里？你超慢。好了，耶！我可以做14个回复药。等一下，这就是你所谓临时的小房子。对啊，你想怎样？连我屋顶。你们需要回复药吗？我有，我有。我需要，我很需要，我做不出来。我有哎、欸，我可以做我可以做四个，我有17个。要用什么东西挖草比较快啊？挖草，我用回力镖扫哎。对啊。哦，用回力镖是不是？嗯，很爽哦，好爽的哦。我可以坐小船呢、欸。就我丢不掉回复药哎，那就算了。你们回复药都够了吧？我们进去喽。好。我要补一下药，等我一下。青铜符，青铜他不是介绍是跟铁加铜上去的而已，是啊，对啊，你看他介绍有铜和石头魂字的斧头可以砍飞敌。魂字怎么魂字？魂字混合啊？对啊，什么魂哦、喔？知道、欸？对啊，哎、欸、啊，我有三峰斧哎、欸，他是要走哪边？我有三峰斧哎、欸，对啊，啊要怎么进去？等等，我先来。还在打草。来哦，我们今天的主轴就是要打破这个，那个中间的那个毒是水吗？对，水是毒吗？他来看啊。啊，是哎、欸。不是毒，那不可以踩进去。我踩了，怎么办？门口在这边。我直接爬进来了。他爬进去了，他是北齐。可是我中毒了。门口在这里。会有一边可以进去。我上来了，我帮你们从里面开门。刚巧就是。哦，谢谢。从里面开门了。有，我上来了。
宝贝来吧，打地下城喽！宝贝，就是这个、哦、地下城吗？是要按这个吗？对啊，按了。那个金字塔那个啊，启动了，有了吗？欸欸、有了，后面，砍死他们！哦，很软，轻轻松松啊！哦，他们好烂哦，轻轻松松。我还没扣血，甚至不用掏出我的爵士武器耶、欸，有彩虹小马哎、欸。哎、欸，这比较硬哎、欸，这比较硬哎、欸。走位，走位。有吗？有吗？但我没说，但我没说，但我没说。哎、欸，这是什么？阿进、哦，阿进，这是什么？独眼阿进。哎、欸，有宝箱。哎、欸，宝箱。是每个人都可以开是不是？他都可以开吗？欸、没有、欸，没了、欸，开了没了。没有，没有，每个人都可以开，但是别人不可以。没有啊。没了，刚谁开的？那就是我开到了。对啊，看只有一次，只能有一个人。我拿到的是冰之杖。我、哦、靠！释放冰球。那你要跟我的水之杖单挑了吗？哎、欸，所以这个地方就这样打完了。那这样子哦，变好，没有变回来。嗯。哎、欸，那所以那个海边小屋开了吗？所以有要看冰之杖吗？啊？有要看冰之杖吗？等等 ，YouTube 发生错误，卡卡的，为什么？哦，最近都会这样子。最近的 YouTube 都会这样。嗯，他会说什么串流什么不够，还是什么鬼的？是啊，是那是 YouTube 问题吧？啊、我这边显示应该是正常的。对对对对。要往南边回去，刚刚那个小屋那边看有没有开吗？商店？嗯，我快到了，好快啊！这附近好多墓碑哦，笑死！它里面没有人啊，它是不是显示要晚上才会开门？哦，晚上才会开，里面没有人，对吧、啊？晚上才会开，到晚上才会开。来啊，冰之杖单挑一下，水之杖。可恶，我也想要这样。哎、啊，那什么？那是冰之杖吗？冰之杖啊！准备中的宝石店将在晚上开启。哪里？我要看冰之杖。这里啊，哎、欸，在哪？我看你们两个冰之杖跟水之杖。冰之杖，我朝你射一发。朝他，你们两个要单挑不是吗？打不到啦。哦，就这样。有耐久吗？哎、欸，有，它是充能。这套次数，它是充能。女神爱心才会哦。哦，我水比较慢哎、欸，你的冰好快啊。找一只怪打打看啊。这个嘞，这个很帅啊、欸，你看这个。啊！哇、欸！我可以打得到牛吗？这是大哥呢，这是火之呼吸耶！干，真的哎，火之呼吸。还有这个，还有这个，你看，我没用过这个。炎之呼吸吧。对。你是假粉。哦，雷电，我是善意耶。你还有雷之杖？为什么你还有别的？啊，我就一直被揍啊，然后打一打，没有，不是我刚刚那时候看到地图上有一个。很像遗迹的东西，然后用30个绿宝石开到的。可恶，我没有开到那些，可恶。哎、欸，蔡渣啊，我远远的看到有一座东西，哎，远远的。你又在哪里啊？你们往那个南方走。往南方？南方的海边，你会看到我眺望对岸。你是说？哦，就是那个，像神殿的东西。你不觉得？有点酷吗？你不觉得现在这样这边看过去，那边看起来有料吗？好像有点料，要去吗？而且还有两座哦，左边一座，右边一座哦。因为它的地图上面应该是那个，你有没有看到有一座像房子的东西？有啊、哦，那边有三座。那個、我刚进去过了。真的假的？你去过了吗？嗯，没有怪。啊，因为我有料吗？没什么料，可能那边有另外做那个、欸，我们刚打的那个一样哎、欸。嗯，我地图没有哎、欸，还是宝石店？没有，那个是那个刚刚打的那种遗迹哎，还是那个是什么？你看错了吧？宝石店了，红色那个的话是宝石店，哦是宝石店吗？对啊，晚上了，对啊，回去。我也要看吧，宝石店。火之呼吸可以打中立怪吗？你试试看。
不行，我刚试过冰球打不到。可是火会烧到队友、欸。燃烧的有可能可以。哎、欸，他没有哎、欸，经过没事。好香哦！好扯哦！好扯哦！我是延迟呼吸，没办法。延迟呼吸，你是假粉？延迟呼吸吗？的是你讲的。还没开。我要把这间房子烧了。不是晚上了吗？太阳快要落下了，我们可以看夕阳。延迟呼吸，哎、欸，我们可以一起看夕阳、欸，我们来拍合照。耶！夕阳下拍合照。亡命关头，哪里背对夕阳？ Yeah, 还是夕阳？你背对夕阳吗？耶、yeah, ！背光，拍合照咯。然后这就是封面吗？好了，拍好了。好哎、欸。你截图起来应该也可以。延迟呼吸，打不到我，哈哈哈！快下山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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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下山了。快下山了，快下山了，下山了，要升怪了，下山了，马，啊，光芒不见了，哦，开门了，冲啊！开门！要吃的护符跟不损的护符，一个人你们买完就没了吧？怎么？我先买一个，我先买一个不损的护符出来好了。什么是不损的护符？不知道啊，看不懂。要买才知道啊！要六十个哎、欸，哇靠，好贵哦、喔！我先买一个，我先帮大家买看看。我也买了一个。我买不起啊！要买中间的，药师的护符。我全部都买不起，我买不起。当装备破损时会代替装备损坏，但不是百分之百。就是可以放着，然后它如果裂掉，就是可以抵挡啊，抵挡 S 坏掉。哦，酷！我的是加50%回复，就这样。那蛮球的，那我看一下哦、喔。哎、欸，你要想哎、欸，如果我们那个、哦、有，我回血多一。如果你看，如果像我跟不二千的那个武器的耐久，如果我们这种很色的武器耐久快没了爆掉的话，那个就可以直接挡一次哎、欸。可以打，可以打怪了。大家扁他，扁他，扁他。冰杖，水杖，快！哎、欸，他们有点痛， oh. 他们比刚刚的怪还强吧？笑死！结果他们比那个神殿里面的怪还强。对啊，而且那个神殿是不是理论上过段时间又可以再挑战一次？应该要这样子才对，不然这地图资源没了怎么办？什么武器坏了？他骗我，他没有保护我。快吧！啊！灭了！快进！哪里？Local Q！What the fuck！ 笑死！还有80%的机会啊，还有血啊！所以我就是那20%、欸。买完之后，买完之后商店更新嘞、欸，真的假的？敏捷之环、钢铁弓、彗星戒指。所以饰品爆掉还好，是因为你可以一直赚那个，然后一直买新的。哦，好，还是要买掉三个都买掉之后才会刷新下一批出来。刷新越刷越好的、啊欸是會。哦，那肯定的，那我买不起，我身上已经没了。这个是我们新玩的游戏《钢铁之弓》，感觉很帅哎。没有啊，要换那个啊，饰品啊，你不懂，换饰品比较赞啊。真的吗？提升暴击率20%。我操、wow ，那很秀啊。敏捷之环。但是我的绿宝石没了，剩50%。我买不起了啊！我可以丢啊！对啊，买不起。我可以买敏捷之环哎、欸，可是敏捷是干嘛？这边是不是破完之后晚上他这边都会开门？所以其实这个游戏就是我死掉了，杀小怪然后赚绿宝石，然后来弄装备，嗯哼。丢地上了，你打打看，你看到我丢的吗？干，为什么有人把这里打破了、啊？谁把商店打破了、啊？你们把商店打爆了吗？太凶了吧！破了一个洞吗？要死人了、欸！话说你们几等啊？我30啊！23哦不，延迟呼吸我40。看你这一路刷怪刷到死了，刷到。可是我为什么我觉得我防御很低啊？你没有穿装备啊？而且其实外面的怪刷一刷，很快又可以再买一个饰品了吧？那你要刷得动啊？容易死，但还刷得动。
至少死了不会喷装啊，这还能拔剑呢。快吐出你们的绿宝石，拿来。绿宝石，而且其实你们打掉的怪，他掉的东西我也会拿到哎、欸。个别的，个别死去。对啊。哎、哦欸，他们一直刷，一直刷，刷怪。我身上有那个宝石掉落率会增加的戒指。太猛了吧！听起来什么很赞的功能。我们会不会我们又再去一次那个地下城，然后又开了？现在再去搓一次，可以去，可以沿路走过去看看。可是我身上没补哎、欸，因为如果连商店都更新的这么快的话，我们刚刚打那个 boss 根本没扣血啊，不需要。好痛，谁打我？吃太多了，好不舒服。继续吃。对啊，我那个药一直，我刚那时候就是一直被揍，一直吃。他说吃太多好不舒服。啊，哎、欸，他会吃饱吃不下哎、欸。对啊，就喝不了啊，无法使用。喝不了，然后我就死了。有一只怪好吵、哦，就是那个鬼啊，那个幽灵是不是？对啊，他一直尖叫。没有哎、欸，你进去了。对啊。没有，你合理啊，没更新了。嗯。诶、欸，这次是不是可以穿墙直接？不行，不行。那我们现在呢？看你们喽。我觉得应该今天的实况差不多了。差不多了。我们好奇是，我们到时候多人两个小时了，多人模式还会留那个吗？有记录吗？你说 demo、啊、现在是 demo 吗？应该是不会啊，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伺服器玩玩吗？嗯嗯，然后就是我们下次再连进来的时候会继承我们这边，因为我们现在这边打的东西是带不回带人世界的。有道理耶、欸、我觉得应该会记在多人我不知道，但就是要下次进来的时候，因为你进多人的时候你会要你选，就是你要用哪一个档案进来，但是多人带不进单人，但是单人不知道带不带得了多人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你直播断了？我直播断了。嗯，没有，应该是 YouTube 那边的问题。咦？哦、哇，现场直播为离线状态，问题是它上面写连线品质极佳、欸，太酷了吧？那他很会吹嘘，连线品质极佳。他们说一进神殿就卡了。嗯，好。他关门了。白天啊，嗯，还没。我传回村庄了，扛不住。那我是不是也要回去？而且我是不是应该要去？既然都来到这了，是不是要去龙卷风那边传一下？你可以传过去啊。哎、欸，它的右上角就有村庄哎、欸。你的地图为什么开了这么大？你又多点了哪里吗？我多点了哪里吗？嗯，也没有啊，就是去点，嗯、啊，我没有多开哪一个，我去右上角那边看看。那我先走了啊，拜拜。啊，抱歉抱歉抱歉，拜拜。抱歉，我怎么死了？嘿嘿嘿嘿嘿，怎么今天复活在这么远的地方？你们都一直叫我今天吃、啊，抱歉。哎，白雪回来了，走，送枪，送枪，走，等我一下，我好了。恭喜吃两次鸡，耶！你不在开台吗？你怎么知道？我聊天室跟我讲的啊。耶！我们要从哪边送啊？是啊，刚刚就是刚下面那一坨啊，那一坨去送一下，要喝，好，走，等一下，我马上去送。没事没事，慢慢来，慢慢耗，等你们，我愿意。不，没关系没关系，我们不能让你等太久。自强自强，我马上就下去，被人打到歪头了。我们大概前面两个小时之后被打的份而已。对，然后打着打着就不小心打成冠军了。对。我们真的是一直冲一直打就冠军了、欸、真的看到人就打就冠军。
所以不掉我们就一直冲一直打一直冲一直打就赢了，那就再说了，先找到人再说。人呢、欸、出来人呢、啊、繁星这时候可以先配卡片，配什么好像配音呢、欸、啊什么人。人呢、啊、反正你是来了我们看拉拉有没有讲，反正你是看那个吗，看道具跟钱的。哎呦呀！假而已，蓝甲有蓝甲，蓝包。啊，你说什么？你刚说什么？你刚说什么？蓝包？怎么了？蓝包怎么了？蓝包对，哦，蓝包，没事没事。怎么了？我什么事？我没有 get 到。没事没事。我也没 get 到。我也没 get 到。我也不知道。这个刚刚是有人开的吗？你们开的吗？拉过来的吧？没有。这里有人。嘿，卡片。等等，出来告，还是我们开车去找人？三一，可以啊，开车找人。张三在哪里？哦，听到了，直播声。那个方，走，找人，那边吗？边。自己标红点的吗？那不是我标的，我标的，我以为是在这，原来不是。哎，对，在那边，在我刚照子。上面，哇，来啦！外送来啦，送啦！哎、欸，他们在火里面、欸。当你使用医疗配件时，目标在30秒内。我没有进，我只能贴上脸了。也炸到人了。他们进去传送门了。不不，他们跑了。挠。没有，好像还有，还有，这里，我拉个电，我头上还有人喽，啊，这里一个，送外送来了，失去，哇，你们收外送费好贵哦！有吗？我收了14块而已。我拿那个机枪扫完没子弹了，然后打了。你拿最大把呢？你只扫中一颗子弹哦。这个意思是你只扫中一颗子弹左右哎。我不好说。哎呦，我刚火力压制，我是诱饵，其实我是。哦，你是诱饵，有、哦、有火力都打在你身上，有感受到。对对，难怪你只收了14块。换游戏，我的Steam居然自己重开了，开始换打僵尸喽。Back for blood. B4B, 我打成 B4B. B4B. 现在不是 A 就是 B 耶。哦 ，A 跟 B 啊。对。等下玩 M。看你出个 C 之类的。用什么？点点饼干。Oh, Call of Duty。我也是 CS。Call on me。哦，下午玩一下单机，他单机的卡牌是全开的。哦，是哦。嗯。我觉得单机你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哦。对啊，不要影响到你的队友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他单机的那个卡牌，我有看到一个组合，不知道能不能这样玩。嗯。他不是有那个副手？副武器子弹无限嘛，嗯嗯，然后他有另外一张卡牌是副武器可以副武器位置可以装主武器，哦，所以我就想说，那直播意思是哦，可以这样搭吗？这样子我可能两把枪打完就只有14D而已，虽然我不知道我打了多少，因为我直接按掉了。
进来了，加入了，在家正在家，加入正在家，这你们到底是都加谁？四个人都在正在家，加哈基啊，我要加哈基啊。我觉得他那个 Baffle Block 的那个 字体设计很赞。你说 B 跟 K 中间对不对？对，我觉得他那个好棒啊！我觉得好棒、啊，好会啊！怎么会这么会？对，我要去调一下卡牌，看一下有什么可以调的。对，上次要改一些些牌组，战役牌组。不是 GIE，GIE 反正 GIE 三条。熔炉。啊！啊，对哦，上次最后有拿到一些别的。嗯，熔炉。抗性耐力。对，我下午玩的时候，总不先配一下线上要用的牌子？我在想什么。牌组，战役牌组，我的牌组，我重新用一个好了。换枪速度、嗯，我不需要换枪，弱点伤害，抗性弱点伤害，装填速度。嗯，挣脱。当你一个。当你获一名队友被自残时，所有队友在20秒内获得25点。对、哦，就是这个。我上就用这个。我那天就死掉，然后你会听到一个好像倒数的声音，叮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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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就是他。哦。就这个很棒哎，就是，而且啊，我现在解锁的时候还有看到一个，就是有队友被自残就倒地的时候，会获得好像伤害，就是全队获得伤害增加跟短暂的子弹无限。哦哦。有队友一倒下就大家就会疯掉。我先走了、啊。打开加他，我狂开。我前三张放看可以看到铜币，可以看到进攻型拾荒，还有第三张是资源型拾荒。附近都捡全部看光光。你这是捡东西捡起来、欸。那我是不是应该全部带加血量的？我就是宠物。你说帮忙找东西，对，就是那你这个卡牌的那个名称改贪心历史，贪心历史，我等我一下，好，生命之家，现在可以抽，好像现在我只能用这一些了，是的。先这样。好了，我好了，我好了。我还在装战役第二章。我看一下有没有更好的近战武器可以用啊？好像就那几把，是不是啊？哦，阿旺跨平台已停用。哦，我把它关掉，因为我接下来我不知道是干嘛，我就不然点的。他说所有小队都不需要使用跨平台。哦，那我等下把它打开。可是我们都是 PC， 所以好像其实，因为他是说要每个人都设定。哦，储存好，游玩是不是？跨平台，我要怎么开啊？偏好吗？我也不知道。贪心隶属技能，就是找东西技能啊。排除对啊，我要怎么开啊？系统选单，看你从哪里关哦。不知道，还是我直接他可以直接继续，我看他继续会怎么样？会挤掉、嗯？继续不行，他就跳回来。哦，我一定要关。那我再找一下。游玩吗？我记得好像是游玩的地方按到的，但是我不是。玩呢？会不会是要在还没加队伍的时候才能调啊？
但这设定也太怪了。嗯，哦，有，我找到，我找到，好了，好，战役继续，有了，可以搜寻，有了，耶、yeah ，还打死、哦，不会被人打破头了。阿纪，我看一下，借我砍一刀，我看一下伤害多少，啊，十八，十八。斯巴拉西，斯巴拉西，斯巴拉西，斯巴哈基，哇，然后这样再一刀，这是多？我看你这，我操！哇，直接死哎、欸！这是直接死哦！借我砍一刀，唰！哎、欸，我看你是从头的盖骨砍到他的胯下来，哦，骨头是直接往上这样子劈下来哦，哇，啊、是后头伤害了。我们好朋友的专属武器当然痛啊。哦也是吧、哦，这个有 buff 加成，应该是冰属。哦、oh. ，那你刚刚有没有觉得冷冷的？哇，这个护甲，选择卡牌只有一次，嗯，哎、欸，啊，我没有换到牌，哎、欸，我也没有换到，哭啊！还是他是那个上次的，上一次的，上一次的，继承上次。对，我们继续上次的是那个卡牌、哦。对耶，对。哦，所以除非我们就是整个就是从整个重来。嗯，我没差，我都没差。啊，我的血怎么这么低？我的血也好低啊，为什么？我们上次不就很惨吗？啊，对哈、哦。我们上次就很惨啊。哦，我们要按救序。拍死！救你！我忘记了。队伍耐力，忘记我。哦。啊，我带满子弹了，我带满子弹了。你们有拿散弹吗？没有。没有。啊、我买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还好没有买，看起来他是装了不知道什么镜。这个镜不能拔掉了，这个设定应该要改一下。真的，好了吗？可是他那个时候在封测的时候，不是应该大家就有反应的吧？他到正式还是没改呢。嗯。突然觉得枪的手感不太一样，枪的声音大小也差很多。嗯哼。哎，有胖胖。有黑蒜啊，黑蒜。这里有什么？因为我后面一直在追你。啊？We need to get across. 所以我们就要去开船离开啊，解开船。哎呦，那车里面大叫，还坐在后座里面。这里有箱子，这里有箱子。好，这里还有。你怎么爬在里面啦、啊？配件、弹夹、容量。啊，四倍镜，这不要拿那个。怎么了？我拿？怎么了？四倍镜可以的。四倍镜。是啊。他拿狙击啊。哦。没有，我是冲锋，我是。我开了，我开了。好。好。我觉得四倍镜超近啊！啊，这里还有箱子哎！解开绳索，解开绳索，解开了，解开了。好了，我们下次要回去吗？回去那边吗？他往巴他巴库哎，是吧？过河。哎、欸，单身害喽！哎呦！哎、欸，有怪力！他打爆，他爆了。有大树来了，黑树来了，黑树来了，黑树！哇！这里，我陨月被内脏覆盖了，是吗？我被覆盖了。刚那个内脏。我靠！靠！跨过去，跨过去。说，哎、欸。好，等下跳。This is the nearest I can get to a cruise now. Almost didn't make it. Oi.
都没砍到。那表示你的队友，你的队友很准。小心乌鸦哦，乌鸦哦！怪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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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怪怪力在后面。Don't shoot me， 不是射我，没射不到队友，真的很方便，真的。有乌鸦哦，中间有乌鸦哦，小心哦。啊，为什么开枪都不会进动到四群乌鸦就会？素鸦，到底是为什么？哎、欸。你看，你们敲一下那个门，那门超硬的。哦，好，我敲。单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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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可以跨过来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！二十号。没事没事。二十啊，二十啊，是，他被射死了。啊 ，kiss 而已。哎，我过来了。看看这个子弹，再跟 APE 的子弹量比一下，那还落差加贼。那个火枪糖，老泽过来。哪里？怎么大声？这么大声？好大声！什么声音？好大声！是什么声音？这么大声？我把主音量关小一点。前面那一只吗？那个谁？啊！那个抓人的，抓人的，抓人的！他要追谁？你又想追谁？哎呀！不要追我！哎呦！烧起来了！不要追啊！被抓了，被吃下去了！吐出来，吐、欸、出来，吐出来，吐出来了，吐出来！他走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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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走了。感觉他在爬的时候再射他就没有什么用了、欸。他应该是看看会不会有彩蛋啊？打死之后会喷东西。哦，不知道。我觉得应该蛮难的。啊！我被扑了。带走了，带走了。按住一是不是可以那个？哎，有那个吞噬，吞噬。这是谁？这是谁？这一次你是不是啊？不要，不要，不要啊！啊啊啊啊！我被吃下去了。第一个正在开枪的人，他死了，他死了、欸。这次真的死透了，感觉是打一半血他会跑掉。第二次出现就是那个。对他好像是抓第一个开枪扁他的，小心有乌鸦哦，不打他就好了、哦，不打他不知道会怎样啊，他不知道是会直接跑走还是随机抓一个，不知道。对，啊啊啊！口香糖，没事没事。啊！怪你、啊，哎哎哎哎，怪你呀、啊！哦，谢谢，怪你，是啊。哦，我们两个真的是一人一次，互救互救，互不相欠。啊！我被抓了，我被抓了！欠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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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哪那么多怪力可以抓人呐、啊？你没有钱，你没有钱，这栋你没有钱。等一下。你没有火箭筒，你没有火箭筒，越哎呦，没事。哎、欸，这个要工具的，我有。工具间，工具间。哦，是有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工具间，我来了，我需要补血了。补血，补血，补血，可以补血。一人一次。好，等一下。哦，这边旁边有纸箱，橘箱啊，橘箱。纸箱。大师球箱，大师球箱。我看一下箱子哦。有散弹。吓我一跳，呵呵，你 是偷打我？我看我背后亮了一下，没有，你一定看错了。有黑蒜，黑蒜来了。好、哦，爆了，黑蒜死了。哦，但是他们，哦，但是但是，哇、啊，又抓我！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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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死了！哎，后面还是后面是，来了来了！哈哈哈！一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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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怎么那么多？爆
抓！我没子弹了，没子弹了。三颗是不是？三颗是不是啊？丢错了。散弹我可以拿了。有了有了。This way。哦。明白。哎，他技术要摸摸快，摸摸。咦、欸，哦，前面安全房了。Yeah, I'm good。安全房了，旁边可以搜一下。今天有没有东西？都没看到哎、欸。开启安全房，可以了，可以直接进去的。好，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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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走走走走。I wasn't worried for a second. It was more like 20 minutes of sheer terror.叮叮，完成，完成。嗯，噔噔，38。就是要是真的出现他 loading 画面的情形，就早就死定了，四个人你们死定了，没救了那个量怎么讲都不对，又找责怪哦。我们等下都试试看好了啦，看到他说先不要开枪，你就默默走过去吗？好，试试看到底会怎样。对啊，冲刺时射击啊，来，枪，无完子弹，轻机枪，开镜速度好烂，耐力，来来，那我强化。哦，哇，耐力真的很多格，有几格啊？这样子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格，太多了吧？这边有一把，这是什么？手枪？啊，是副手的、欸，副手的，嗯，我们不是有拿那个护手子弹无限吗？是上一颗的吧？我们这一轮没有啊。看一下哦、喔。第一章节的吧。应该是、哦。好像是。好吧。走了。走了。走了。Go。太小。嗨。啊，记记得开麦哦。啊，记得。酷酷酷！这是哇，我啊靠！要按了白痴啊！啊！我来了！没有，就惊动了那个人，就一直跑就好了。对，他真的是只会一直追那一个人而已。不是跑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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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跑不理他，不理他了。前面有乌鸦哦。至少知道怎么玩呢。哎呦，吓我！这里有乌鸦、哦，看伤害了。香糖，哦，香糖，我香糖下来了。单身汉来了，单身汉来了。把他打了。离单身汉很近。哎、欸，还有一个胖胖。那什么？不嘛不嘛不嘛，黑蒜。啊，没事。我都觉得刚怎么不是我引到的嘞？啊！我被抓住了，救命啊！可以用射的吗？那不行。哟，还要近战啊！哎呦，哎呦喂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哦，怎么又是我？哎呦！束手不累啊，这个！哎呦，好，谢谢。单身汉来啦！那一只啊，来来来，那一只解决了没？解决掉了。啊，哎呦，哎呦，啊，这一波。弹药，狙击子弹。
哇，这什么场景啊？怎么有船又有车？哎呦哎呦！哦哦，怎么有油桶爆炸了？火色的。放在哪里啊？嗨嗨！哎哎，不是、欸，追我追我！还是会就还是会惊吓到，他就随机挑一个人哎、欸！跑跑跑跑跑跑！啊，他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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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事没事。哎、欸，黑蒜黑蒜，黑蒜在哪里？还有还有，啊，口香糖。哎，让我补点血啊！你们这些小僵尸，让我补点血。子弹很多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是往上走吗？是往上还是这？对，往上啊。这要走上去吗？哦，对啊，这里有啊，有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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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哎、欸，单身，单身汉，单身汉。你那边吗？他进啊？后面都秒不到。往前，往前，往前，往前打，往前，下一打，下一打了。有口香糖，有口香糖哦。单身汉下来，单身汉下来了。单身汉，汉下去了。有乌鸦，有乌鸦，这里啊。小心，这边。哦，所以我们只能绕，慢慢绕这样。哦，这里有乌鸦，不要太近哦。哎，哎呦，哎呦，黑蒜，这个哦、黑蒜，黑蒜，黑蒜会不会爆炸引到乌鸦？啊，靠边！啊，我才刚讲完，又是我！哎、欸，找蛇怪，找蛇怪，完了，完了，这时候来找蛇怪，好抓谁？阿 K C 阿力。他找不到人欸，欸，他找不到人欸。对不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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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不起。打了，打了，是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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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黑蒜，黑蒜。欸，黑蒜，他怎么卡住了？哦，不是。有四排的子弹吗？四排有。我要三排的。三排有。好了，可以的。谢谢。你怎么还是罗巴、啊？我们不是换游戏了吗？你怎么没有变？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哦哦哦，谢谢。上个子弹来啊！别去啊！我被绊住了！救你！我被绊住了！你怎么又黏住第二次了？啊！我在边边，我在边边！有！我在拉你了。哪里啊？后面呐、啊！欸、不是只怪力，那只兔的在哪里啊？兔的打死了。哦，到底要黏人黏太过分了吧？真的。安全安全是。村屋在哪里？船吗？船吗？应该是吧。我不觉得这个船是安全的，你知道吗？欸、卡牌，卡牌，哎、这是什么？哎呀！哎呀！我看到了。哎呀！可是有比 buff 的哦。要花钱。受伤时可能变成盲。哎、免费的卡牌。不是、啊，不要，那个是有 debuff 的，那有 debuff。我打到门了。是不是哪里可以？进去了。进去哪里？进去哪里？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哪里是那个？不知道。安全室。但是他来了，但是他来了。哎、欸，这边有医疗包，有医疗包。有那个墙上的。好，我来了。治疗一下。好了，来了。下去。哦。安全屋在二楼。哦，我有错觉。
干什么东西？二楼。哦，不对，三楼哎，他在跟上去哎。二楼咆哮。楼梯在这边，楼梯在这边。捡钱，捡钱。外面，外面。捡钱。好，打完球屋前面了。到了。好。开启。钱。沙漠之鹰哎。太阳系。各种钱，钱，钱。嗨。我是吼，刚刚那个门是散弹枪的残弹打到的，不能怪我、啊。怎么会有没有被沼泽怪追击的次数啊？啊，我应该要有那个的。我觉得应该侦测个声音之类的，被沼泽怪追到尖叫的次数。麦克风侦测。尖叫啊！尖叫分贝。我应该有那种 全球统计有没有？武器，护甲我兔子。哦，哦哟，护甲黑蒜哦。我护甲越来越多只，真的是黑蒜了。加伤害了，有、欸、那我跟你一样拿金币看看会不会低，好不好？那是个单独还是个对吧、啊？对吗？可以啊，看看，因为他说会有机会更容易生出来啊。后面有治疗箱哦。好、哦，血度加三十，这个是什么？射程加七，射程升级。哦，那我买那个进攻，扣一滴血。哦，可以买两个。啊，我血是满的，医疗箱用不到。我扣一滴，那我要用它。OK， 啊，走。哦，哇，你丢了这么多配件呢、啊。That thing's huge.亮，这里是不是要找那个核心去打啦、啊？哦，会绑人的，会绑人的。还有，找东西。那沙漠之鹰的枪声好奇怪啊！单身汉，单身汉，瞬移了，单身汉，单身汉，打掉，打掉，打掉，还吐，还吐，还吐，又吐，又再吐，又再吐，啊，他好硬哦，有盔甲，啊，啊，哇，不是才出来吗？你的血，哇，为什么？哈基呢？哎呦，黑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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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黑钻石，黑钻石，我补到你了。有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固定货物。哦，我们要送货是不是？哦，固定。哦，哦，我们然后等下这个直升机这样，大家也不太不合理了。他怎么拖过来了？哦，他怎么分解动作拖走了？嘿嘿嘿。哦，他们是从哪里爬出来的啊？不知道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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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不要不要！烦了，四面八方。我们要找下一个货物，下一个货物点在哪？下一个，抵达下一个货物。我看到钱了，原来长这样哦。货物，下一个货物，走看看。散弹枪的射程真。不太合理，没有在这里。往、哦欸、回走，往回走、欸，哎、欸，对了，这里有箱子，这里有箱子，开一下。往回走，下一个货物柜在这。两把狙击。哦，
哦，黑蒜，黑蒜，黑蒜在吐我，我要去找后柜了，等我。Get ready, we're inbound. 一瞬爆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不能跟后柜互动？来了来了，我们来了，我们来了。那全部都到才行呢、啊。不会不会，哦有有没有？他直升机这个绳子下来了。哦。后面啊后面啊后面啊！有、哦。哎、欸、黑蒜黑蒜。哎、欸、我在固定我在固定我在固定，有了有了固定好了固定好了。有钉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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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来了。我想要另外一个钉刺呢。啊！啊！破坏者。直接炸两发，哈哈哈哈，真三分之一了。哎呦！阿扎，啊！阿扎，我用斧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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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了，是了，是了，斧头，是了，斧头，是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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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下一个箱子看看等下在哪里。痛，好，止痛吃一下好了。痛啊！这边，这边还，哎，补药没了。我自补一下。下一个货物点哦，在旁边。单身，单身。到底是要打谁？打我是不是？钱钱钱钱钱钱钱。箱子箱子箱子。钱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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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单身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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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下去，你单身汉，你下去。哦，是不是有一只恐？哎、欸，不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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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黑蒜黑蒜黑蒜不要！哪里现在哪里？哇，这是哇，阿进那边很热闹哎。要怎么上去？哎呀，不要打我啦！哎呦呀！哎、欸，有拔了？怎么上去啊？这室内、哎、室内往船尾走。哎呀，蓝色的斧头。哎哎呀，我不要斧头，斧头太耗耐力了。钱呢、欸？哎、欸，这里面很多钱呢、欸。好了，完成了，完成了，完成了。哇！哈哈哈！啊，不要，这下面挖沟了、啊。队伍都要，队伍都要到，他才会掉走。啊！哦，我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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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单杀要上来喽！掉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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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，快掉走！但是他来了啊！不，黑蒜，黑蒜，黑蒜啊！黑蒜！啊！啊！啊！我砍完了！啊！我好毒哦，好毒哦，好毒哦，好毒哦！他到底要不要走啊？队伍集合！集合队伍，集合了！是坏掉了！这是卡住了！哎、欸，等下登上货柜逃脱啦，我们任务换了、欸。哎、欸，对了，哦，所以我们要站上去啊、哦！哦，这指引也太烂了。完成 B 计划，付诸流水。谁知道啊？好像没有讲说站上去。分这关比较分，解锁如虫先锋，我要上厕所。哦，起始点啊，多新的。嘟嘟嘟嘟，还有三个章节，没错。哦，哇，太多了吧！哇，这是怎样啊？还是觉得怎样？我们过太顺了，要加一点难度了，是不是？过太爽，过太爽。我的天哪！
我的天哪！这关没有给什么钱，他也太多了吧？对，好多啊！没有治疗包啊！啊，又是你呀、啊！这卡牌，就是耐力可以，耐力可以打超多下来。不行啊，弹药都是满的。好，资源型升级，医疗包，队伍进攻型物品加，哇，可以带两个医疗包，睡了。还是要先花钱补吗？还是直接花100块补满血吧？哦，我没看到吗？没有了，再挑。哦、左上角那里有个直接花100块补到你的上限。我是在犹豫要升级，升级就不能花了。哦，对。嗯，我剩1400块，尴尬。尴尬的数字，尴尬。你要先存钱啊，之后再那个。我刚刚就是在犹豫这个。你要是啊，其实刚刚可以帮你补啊，我可以买医疗包补你。现在还可以回去买啊。五万可以再回去。我钱花完了、啊。对啊，他已经花了。哎、欸，前面有箱子。钱。啊，工具组我没有。我来。哦，我拿的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哦，死了魔，是的哦。很多。架枪的。还有黑蒜跟单身汉了哦。架枪哦。啊！被抓走！救我！啊！哎呀！好了！哇！啊！要过热了！过热了！小心！招一后！啊！我被打超远！啊！有人倒是不是？耶、yeah, ！加 buff 跑哦！他被我砍死了！哎呦，黑蒜跑过来了，他冲进去了！啊！我被绑起来了！救命！我真超多怪、欸！哎呦！天哪！这关是手点是不是？知道哎、欸，抵达安全室还是要往前走、啊。快进来！慢走。快进！嘿！耶！好，有钉刺者，钉刺者，车在我旁边。走了。好。纸枪，卡牌，随机的哦。好。运气。钉刺。哎、欸，不买！呀，黑蒜爆炸！这里有箱子两个。哦，看一下。哎，留一点血，留一点给我补血。这边很多。工具组，这边有补药，没、欸、回来。但是我可以打人补血，不是那个卡牌。卡牌。这里有卡牌。购买。我没买到、啊。按住，要按住。哦。声音。单身。打哈记，哦操，哇，哭啊！
下了，往前走喽，往前走喽。哦，啊，是不是打穿我，然后打到僵尸啊？还是，哇，我闪到九木了，我的枪有穿透啊。你直接穿过我啊。可以啦，没事啦。平常状态我，平常我就躺在地上了啦。啊，不平常没关系嘛。关是比较简单，主要是打 boss 吧这一关。对啊，前面那块。一开始如果没有那个工具组的话，哦，对。它、那個啊、旁边有一台架好的，但是就是只有一台。我刚就是直接就车在上面呢、啊，几辆直接给任他打，就是拉空按着，是。死掉还可以拿斧头那边戳他。哦，你死的好有价值，超有价值的。你死掉，你死掉，我们有 buff， 马上慢慢开冲开跑。好，团队直接开打。嗯，哈基快死。哦哦，又是一整排，哇哦，多一条哎、欸。哦、太多了吧！我现在还停电哦，我的天！记忆样本哇，填装速度，塔牌快满了。对，他满了不知道会怎么样，还是被打。哎，吓死人了！吓死人了！又是这个图书馆，吓死！怎么了？啊，你说什么东西？人啊！对，有对啊。他说：“安全屋怎么会有人？会有东西在动？”哎、欸，这里买东西在这边。啊，不对哦，这里也可以开箱的。哎，哦，这里安全屋有钱呢。买，按住一可以重抓。哎、欸欸，这个卡牌是被抓住可以自己挣脱。哦，要800块哦。800块，哇，多少钱？我有1700，我觉得这个，你要这个吗？什么挣脱人？副手散弹枪，可以，我就可以，我要买。哦，太常被抓了，对吧、啊？搬的箱子在这里，资源型蓝位加一，道具强化，资源型蓝位加一好了。好，移动速度好像没什么好。欸、哦，这个人僵尸的全身都刺的哦。哇哟，刺猬呢？哦，哇，现在僵尸是不是有点看起来有点朋克呢？哇哦！最近的血要补吗？还是？哦，对呢，又忘了，抱歉。好了，没事没事没事，走了。哇，你们这些僵尸是不是靠近就会有反伤啊？那你这样好打哦、啊。哇，一头队伍这边进来了。他怎么那么硬啊？哇，要打头，有穿那个装甲的。好像没反甲哎、欸，没有没有。只看起来很刺而已。欸、嗯，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你们那个叠加它前变很多哎、欸。有哈，那我要带了。前变很多。对啊，因为我刚才那个长椅上看到三堆钱哎、欸。吼吼。因为之前顶多一堆，两堆已经很少见了，第一次看到三堆。Something is telling me something。哎，食人魔，大只哦。停车场，停车场。刚刚那个架枪的在哪里？我刚好看到架枪可以用了。哎呦！要炸开，要炸开了！还来？丢！打手上那个就还他丢不出来了、欸。我刚是丢把蜡了，丢把蜡。哦，是哦，我想他手上有东西，刚、嗯、刚我在试那个。定碟，定碟，再顿一下的。哦。哎呦哎呦！破坏者。先把石头，先把石头，快结束了。对。好。哦，那是在哪里？地瓜石在哪里？
另外一只没看到哎、欸。清洗条是干嘛？他有喷东西吗？我刚刚的血条是……这！我在前面，在前面。哦！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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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火力压制！我走了，我走了，我走了！哎呀，不能走太远，不能走太远！他的虫虫，后面有那个，后面有黑蒜，啊，黑蒜死了。砍死你！直接用砍。我需要三颗的弹，三颗的。这里三颗来，我这里有。有散弹吗？好了，满了。散弹有，这里。谢谢。啊！黏住了，还敢跑啊？啊！箱子哦，开一下。要五的，要五的。我开。我按了。哦，有要加吗？一枪。哦、好，我先拿着，看他打哪边出怪。单身汉。哎、啊、哦，好痛哦！单身汉打得好痛。他们伤害提升有感呢。嗯。我们哪边出怪？墙上有医疗包。上医疗包，等下去救。按住一挣脱，我在挣脱。我来帮你比较快啦。前面有那个怪力。打死。哦，这里可以架一只。那医疗包在哪里？墙那个加油站那个不是加油站，墙上墙柱上。哦，看到了。哦 ，safe house。啊是云月，你是看过僵尸在治疗的哈、啊？不是，我知道你在那边挥手挥来挥去，我以为是僵尸、啊、我在治疗。后面，嗯，安全室进来了。啊？这边有补药啊。我卡住。Dream Team 来了，耶、yeah.。这几关的长度都好短，都是打怪，对，比较短，对，都是打 boss 的。而我觉得后面配卡牌配起来之后，强度有上升很多。对，快来约我，哦，为什么？解锁极度危险起点，他的。嗯，你想说啥？我在想他的起点是不是卡牌的补给站，是不是有关系？嗯，不知道，对，不知道，还是只是开始关卡的时候有差？说不定是开始关卡，我们可以选极度难的。尾声啊，越来越难。嗯，这是这一章的最后了吧？嗯，有。怕过没输过，嗯 ，AK， 哎、欸，哦，治疗现在可以带到三个了，哇，对啊，嗯，你就一直有在升级啊，其实这个是强化更好，定瓶子，来，把那个多带一个，哎呦，哦，碎啦。哇！我带铁丝，那个铁丝网，铁丝网可以放四个。哦，自己先围一圈。打僵尸爆头好简单啊！这我打 Apex 爆头真的是，Apex 只要打到人就好了，不在乎有没有爆头。啊！找到告密者并消除之。为什么消除之？
什么文言文是不是？消除之，共勉之。共勉。哦，在那边，它亮起来了。哦，我快丢个巴拉，看它会不会直接爆掉。好。啾！我会，还是会这个，还是会叫，还是在叫。虽然爆了，但是还是叫。它不管怎样都会叫。哦，我都看到瞬移的，瞬移的。对。我想捡车子的钱，你们这些臭鬼！只想捡钱。屁股后面，他屁股后面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谁要摸摸？哈基，摸摸。进来摸摸我的补品，哎，下一个亮起来了，对，啊，炸不到，打在后面太前后了，炸掉了，去路灯下面打，路灯下面打亮亮的，好，我去拖，有怪力哦，好。哦，怪你哥扑到我了！啊！我也被扑了，是哇，是到底是哇？可能不可能？到底有几只怪力呀、啊？哦，哦，拍死！我自补一下，哦。好，那救人，救！ Well done. Thank you. 太晚放那个铁刺了。哦，自补一下。哦，黑刷，哎，哦，跟着路灯走。啊？他走尸体飞过来，对吧？飞过来的时候是一具尸体。Job's not done yet. 哦，前面。什么？啥？有绷带。Just what I needed. 收到。好。大型弹夹射。射不死啊！一个弹夹射不死。对。哦，哎呀，黑刷，撞爆了。哎、欸，还有，哦，哇，你怎么被弹回来了？我帮你回来。有一个，后面，哇，干什么？哇，单身，哎呦，这一波打完，继续往前走。繁星，可以。再耗一点点，不要浪费，再一点点就好了。这边，死了。车道上打，单身。行，单身。在路上打。啊！我被抓了，爆了。第二个单身在这里。哎，我被抓，来。单身，有自爆是不是？没有，我丢的太棒了。哦，另外一个，最后一个，我没拔蜡了。哈基，音乐怪，别动。哎，错了，哈基。还有一个治疗包，最后一个了，来了，好，他没事，哎呦，是，那个僵尸那个，击败破坏者，
哪里啊？后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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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哇哇哇！你们打一下，打我打后面小僵尸。好，那我后面前面看看。我靠！没子弹，没子弹，没子弹！地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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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的尸体旁边。的尸体旁边。不血了，不血了。哎，我死套了。好，好，先打小智，把小智打掉吧。boss 我赢走 ，boss 我赢走了 ，boss 我赢走了。有两只，有两只。完了完了，我被卡角落，卡角落，冲！哎呦，哎有我哎，快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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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先打先打。对对对对对 ，boss 不要 ，boss 两只 boss 哦，啊不是啊，不不不，被抓住我被两只 boss 啊，我在挣脱我在挣脱。啊啊！我倒了，我倒了，我倒了！等一下，两只 boss， 这只 boss， 他在吃我，他在咬我，他在咬。云月，我在里面，有看到云月，在哪里？你后面，在前面，前面。哦，谢谢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打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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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他！啊，两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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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。哎呀！训练师，你训练师，你训练师，不要追我！你训练师，去打阿旺，去打阿旺，快！去打阿旺，去打阿旺！我起来了！我这，我刚刚躺在地上，怎么打我？训练师！哈哈哈！啊！啊！一直打，一直打，一直打！十一只，十一只！我在跟一只，我在跟单独一只对抗。用砍的，用砍的，用砍的！对了，对了。突然的难度是怎样的？妈呀！你were in the neighborhood, but you weren't just in the neighborhood. How'd you guess? 你的内内破土了、欸。破土了。新兵第二章。哇！天大地大。我七，我付了这么多，突然感觉近距离好像很对，我刚觉得那个砍下去，骨头中他的脚，直接不然就爆一个。你帮这刚好啊，他就专武啊，那个人现在在玩啊。还有吗？没了哦，没了，没了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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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。买卡片喽。自己来。第三张就重来了。OK， 买卡片，买卡片，卡片，新的卡片。130. 我卡在楼顶。我也在楼，我现在在楼顶。成就解除，倒地再起。进来，先买卡片喽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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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，咔咔咔咔咔。无极限，刚看这个吧。嗯。啊，卡。无极限暗处。啤酒屋。是什么？啊，近战哦，攻速加哦，这个好赞啊！你是哪个东西的？中间那一条线到第三街，有一个什么啤酒屋的。外伤抗性减，然后加25%，弹容量减15%，这好像对我来说很棒哎、欸。哦，我出现了那个了、欸，在那个副武器栏位中装备主武器。哦，可是我出现那个挣脱了。哦，承受来自所有的伤害减一。哦。平移和后退无法成功成哦，这个用成吧，银弹哦，哇，这一次卡片好多我可以用的、哦，加10%子弹伤害，150%子弹穿透力。当你击杀突变者时，你失去5块钱。哦，会扣钱哦。诊所啊，不是说中间这里有那个可以。可以对近战有用的东西，为什么我还没看到？
我爱老妈。有喷漆。有，我有看到。好了，我要来配我的卡了。感觉我们今天是不是差不多就到这里？对啊，卡牌配完就差不多12点。感觉差不多。我先配一个生命进站，然后我就有个护甲，我的护甲精准射击，护甲生命加25，但容量减15。哦，这里外伤加25趴抗性。你该带这个。还有来自者整伤减少。睡了。删掉。每个关卡是哦，哇，每一个卡牌都觉得好有用啊！真的，带满了啦，气死！我已经带到12了，我现在每一个都是觉得超，对我来说进站超好的。哎、欸，钱的记得带多带一点，每个人都带一个，有没有？我是拾荒吗？钱币拾荒，铜币拾荒者。有，我带，好带。试试看，对啊。这个就不如放第一个了、啊，反正第一个他会直接，第一个会直接进身上嘛。对。但是我第一个一定要穿打近战不回血，这个我不能换，这个对我来说太重要了。感觉看得到附近的点呢，跟道具有点急的。哦，抗性，我原本抗性加10，再加25，再加15、40、50，我抗性直接50啊！哦，减伤一半。散弹。嗯，我刚填装速度，但是不能开镜瞄准。我好像可以干什么？还有一个可以换什么啊？直接变不开镜，好像 OK 呢。嗯，每个关卡开始前，治疗队友10艾维伤害。哦，好，就是这个。弹药容量，不用了，找点名药就好了。耐力加40，我是不是要拿这个耐力加40减5抗性而已啊？加40很多哎、欸。好，这个啦，能量好犹豫哟、哦。我已经目前可以装的好的都要装满，剩最后一个会减属性的。我有一个减属性的两个，40%治疗，然后减20%耐力效。哦，我是都基本上都是有耐力优先，然后第二是抗性。好，就这样，我的牌组完成了。这牌组改一下名，我是坦克。好犹豫哟、哦，好犹豫哟，选择障碍要出现了。啊，什么东西没有取消这个？好 ，OK。嗯，哎、欸，你也晚上想？啊？想吃什么宵夜？吃什么啦？你那边是不是也疯掉了？一万！你叫我吃宵夜，明天就没有早上台了哦。因为我吃完宵夜，我需要休息一下才能睡啊，会太晚睡，我就起不来。像我们会负担负比较久。军械库是不是可以换外观啦？可以，军械库、啊、对耶，对耶，解锁这么多东西，外观可以换一下了吧？为什么的外观没有半个有？
枪，这是枪的外观呢、欸。对啊。亲历者啦，亲历者。亲历者有一些外观呢、啊哦。物品这里没。好像没有几个可以换。老妈。老妈有一个。四是基础啊。对啊。老妈有两个哎、欸。你有老妈吗？我老妈有两个。你老妈有两个，厉害吧？我有两个妈妈，听起来有点厉害。真的，我们加拔蜡的进攻型库存，还是我玩那个霍夫曼呢、啊？霍夫曼是什么效果啊？加拔蜡，我是专门丢拔蜡。霍夫曼是阿旺在玩是吗？啊，你在玩的？对啊。那现在可以看角色的哦，这里选择角色。真的还早。看啊，医生是队伍25%外伤抗性。那我先走第一个才。哇，这样子医生25%抗性，如果到最后我再加卡牌的我本身的50%，75%抗性了、欸。外伤七，外伤不一样。外伤是什么？外伤应该是有限定，因为其实你看它有分伤害抗性，就是合力是伤害抗性，可是医生是外伤抗性。外伤是什么外伤？什么叫外伤？外伤生命上限啊，还是那个？那外伤应该是僵尸直接攻击，就但是如果像是流呕吐者那种地板啊，或者是远程的那种，应该是不一样算的，嗯，会不会？哦，不知道。因为我在想他的写的外伤抗性跟伤害抗性，一个会不会是你可以补回来的那个红色、哦、然后另外一个是补不回来的那一个，要用医疗包才补了回来的。哦，有可能。我在想是不是这样。多敏。训练队伍额外拯救人，老妈可以额外复活人一次。开支速度库存，进攻型库存加一，伤害队伍生命，移动速度，耐力恢复。哎、欸，这是跑比较快的。他有退出互动的那个、欸，干嘛？他不要哦。哎、欸，你想要看我们之前退出互动的状况？不要哦。是不是他是插件的？是不知道是什么。那感觉就是那个啊、哦、就是我们之前玩那个同类模式啊。Viewers can also purchase again. 我怎么觉得用互动模式它是观众可以去抽那个卡牌吧，过关的。我的天啊，那个就是敌人的卡牌。我的天啊，那我觉得、等我们卡牌都变强之后再说。对啊，等我们都摸索，想说啊，这怪就这样子在这边就不会有事，这种人正在了就好了。对，等到我们强度已经强成这样子的时候再讲。对啊，现在还太早了。只放逐的痛苦就是观众的快乐，是这样吗？是啊，不然干嘛看台？啊，12点啦。好了，十二点啦，来去孵蛋啦，孵蛋啦。孵蛋呐、啊！我要脱衣服了哦。好啦，就到这边啦。那个今天没想到多 delay 了一个多小时，也很抱歉呐。我等一下去跟他们解释一下。就这样啦，明天早上排吗？我想想，明天应该是戴诺英玩宝可梦了。就这样，好啦，就这样，感谢各位，大家辛苦啦，晚安，拜拜。